是单口。德刚啊，马上就到，后台呢有点事情要解决，来吧。你不等着我呀？我等着你，那观众就得等着咱俩了。不是告何宇伟说的五点吗？这还有点儿呢，拿着板就得多唱啊。哦，离这么近不老习惯。啊，看着太近了，看得清楚吗？看得清楚，下来说吧。也是一办法。哎，您上，我们下去。因为今天大伙儿来主要是看于谦来的。看我？我都有心回去了。别介，得看于老板。在后台刚才我们聊了会儿天儿，哦，咱们才知道。知道什么？这么长时间我有眼不识泰山。干嘛呀您这？于老师说相声四个字的评语。哪四个字？有辱门风啊。我听着不像好话呀。这个您不该干这个，今儿就这一场演完您赶紧回家。哦，我不干这个了。赶紧回家。怎么？你也不指着吃，家里这么有钱，你上这儿干嘛来呀？啊，这不是爱好吗？你瞧瞧。有人不太了解啊。啊，于谦，于先生哦，是相声界的一个奇才。怎么还比划呀？这奇才我每天都弄下话筒，你知道吗？那嗨，这就甭弄了，没有你弄它干嘛？没有啊。啊，我以为有呢。啊，什么眼神儿？您这是家大业大啊，有的是爸爸。哎，啊，不像话。有的是裤褂，不是这词儿。有的是鞋袜。哎，不，您就甭瞎说了。有的是挨骂。有的是骡马。对，有的是骡马。哎，骡马成群呢。哎，这对。家里有的是钱啊。对，对不对？是有钱。当然了啊，啊，祖上差一点，都是打苦日子过来的。往根儿上倒，您不是北京人。对，河北省撇县。这什么地名啊？这是撇县挨着垮县啊。那几个县您就甭提了。嗯，你就说我们家就得了。都是那一个地区啊。想当初您的家里挺不容易的。穷啊，吃了上顿没有下顿。哦，土里刨食啊，种地。那个地方也穷啊。嗯，方圆一千公里没有树。没树啊。县长出来戴一木头帽子，好嘛，后边跟四个救火端水枪跟着。干嘛呀？怕着了没地儿买去。好，有戴木头帽子。当地的财主过年的时候才熬一锅劈柴吃。吃劈柴呀？有钱的人家是吧？这还算有钱吗？这个连砖都没有。没砖也没有瓦。房子盖房就指着泥。哦，就是土坯房。河里边挖臭泥去。哎呦，弄好了，弄成一方块。嗯，晾干了盖房子也行。晴天也塌房，雨天也塌房。全塌房啊。走到门口走。怎么啊？半拉村都没了。我这太不结实了。这个就到这个地步啊。您说人活着容易吗？太不容易了。后来终于有一位出头露脸的人物。谁呀？您的父亲。哦，我爸爸于德刚先生。等会儿，不有。等会儿吧，等会儿吧。不叫这名字啊。改了。什么叫改了？压根儿也不叫这名字。你挑一个叫什么好？不，就甭挑了，您也甭说，您就说我爸爸就行。哎，行，于老爷子。哎，对，这对，于老爷子啊，出类拔萃的人物，有能耐，了不起。哦，全个的撇线。甭提这线了，指着他露脸。是啊，老爷子想了，嗯，人能这样活着吗？嗯嗯，我们为什么不能脱离贫穷啊？哦，我们得有钱呢。想得好，是不是？对，刚刚结婚，时间不长。嗯，老爷子毅然的出走他乡，走了，谋求发展。哦，也不怎么着，坐错车了，嗯，给倒到日本去了。这走的还够远的。这个陌生的土地，陌生的人民啊，天下之大，哪里是我存身之所。哎呦，想起抛在撇县的妻子，止不住热泪滚滚。哎，两情若是相悦，又岂在猪猪肉肉。
什么学问呢？这是唐诗啊？什么唐诗啊？唐诗吗？糟改，这叫那什么？起在朝朝暮暮。你爸爸这文化差点啊！这学吧，学。又起在朝朝暮暮。哎，找活干吧。嗯，不容易啊。当然了，哪有合适的活啊？几经辗转找了一个工作。哦，身份非常的显赫。什么工作？下边有500多人，干什么呀？看坟的。哎。坟地呀、啊，给人家啊，500来人，这什么工作呀、啊？这是啊，你爸不愿意干，那当然了，欺负人呢啊！你们都躺着，我站着，这还较什么劲呢？这个看坟这活也不容易干，是吗？那天正待着呢，哦，这坟地这老板来了啊，这日本人忒不是东西哦，两句话没搭上，举手就打，哎呦，这个血管里流的全是血豆腐呀，呵，一点同情心都没有啊，嗯，打。巴掌挂动风声，嘴巴子就跟不要钱似的。嗯，日啪！哎呦，这个老板脸上就流血了。哎，他打我爸爸，他流什么血呀、啊？你爸爸看见地上掉了1毛钱，哎、低头了。一低头，他抽自个儿脸上了。哎、好。这也太没眼神了，这工作算是丢了啊！你们老爷子顿足捶胸啊！哦，得干出点模样来，让他们瞧瞧，给中国人露脸。哎，利用自己身上仅有的一点钱，嗯，在街头摆了一个小摊儿，哦，卖水饺、饺子摊儿。中国的厨艺天下闻名啊！对，你爸爸手艺也好，嗯，这饺子弄的啊，皮儿薄馅儿大，嗯，手艺也好啊，是吗？煮饺子带翻勺的，嗯，什么手艺啊？这是。这翻身上在这个好啊，买卖是越干越大啊！几年的功夫啊，连锁店开了40来家。嚯、哦，在日本一提这饺子馆，没有不知道的。叫什么字号？有皮儿有馅儿、对，有皮儿没馅儿那是片儿汤。别看这么有钱，不乱花一分钱。哎，苦日子过来都细致细致啊！啊，进5星饭店，啊、点菜的时候只要一份炒饼，啊、点酒水来碗饺子汤啊，请客人呐。到歌舞厅去消费啊！哦，也让司机开车送大伙儿去。他呢，自己蹬自行车后边跟着。这太仔细了吧？这个日本报纸夸你父亲怎么说的？蹬自行车去风化场所的有妇之夫、哎、啊！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怎么写的这是？夸你父亲 啊！有了钱了哦，又到香港做影视投资哦，拍电影。哎，投资了很多戏啊？是吗？大把的花钱。什么戏啊？你看他自己还演呢。哦，他也演戏啊。投资的第一部戏是跟周星驰演的《大话西游》。哦，他演谁呀、啊？牛魔王身边600个小妖精之一。这看得见吗？这个你仔细找，那样那个就是你爸、哎，就甭找了，甭找。后来又投资一个电视剧叫《雷雨》。哦，他演什么？你爸爸演雷雨。这个怎么演啊？一有打雷下雨戏，他弄个水管子站那儿呲。哎，好嘛，我爸爸干巨物去了，给人家。最近有一个电影叫《七剑》，新片子，他爸爸花的钱。哦。投资是啊，要没他，上至导演，下至工作人员，嗯，谁也活不了。制片人送盒饭，好去，不是，是不是干碎催去了？给人投资了，投资了，花钱了，哦，自己的买卖了，5亿美金，花在这里头，多少钱呢？这拍一个戏5亿美金，各位 啊，签完合同，打个钱包，掏出30块钱，啪摔在这儿，这是定金。您等会儿吧，您等会儿别说了，这什么六张都是新的啊？好嘛，您先等会儿吧。嗯，我爸爸缺心眼儿是怎么的？有钱呐，投资5亿给人30块钱定金，有钱呐？是什么有钱呢？外边做着买卖，家里边跟你母亲说啊，挣的钱都是你的，哦，给家里好好过日子。哦，当初你受罪了，嗯，弄着孩子不容易，对，是不是？是是，当初你们是一老生哥俩啊，那双胞胎，哎，对，一对儿。是俩人，后来因为营养不良，那阵儿也没办法，哎，死了一个，就剩一个，死的是你，你是你弟弟，这什么账啊？这是，你想吧，你想吧，我想什么呀？我想你死了，你完了，我想不明白了这事儿啊！你现在冒名顶替，你知道吗？这就是怎么也想不明白这个。不查户口你就算黑人，你知道吗？啊，这甭查户口了啊！你这高科技的事儿，这都是知道吗？什么高科技呀？啊，老于家有钱，没有不知道的，有钱都知道。你就应该跟家好好花钱，不该出来说相声。跟家花钱，人家家里一年四季花钱如尿裤一般啊！什么叫尿裤？就不在乎。
的花钱，玩命的糟践钱。呵，他父亲一天消费啊啊，我估计 啊按美金来说，一天得花个三五千的。那么些啊，这算没花钱。嚯，这算没花钱。哎呦啊，什么好吃吃什么，哦就吃，什么好穿穿什么，哦出去玩去，嗯，一天到晚的，出了茶馆进澡堂子，出了澡堂子进茶馆，嗯，这点水里外倒腾啊，那不是一股的水、啊、知道吗？是啊是啊，北京城各大澡堂子啊，他爸爸都去到了，哦都去到了啊，去吧，早晨起来头一个啊，这池子要说下去过一个人他不洗了，呵，就这么讲究，他得头个下去。嘿，大池子啊，都等着伙计等着呢，洗头个。他爸爸来了，嗯，脱吧，嗯啊，学的还真仔细啊。嗯，下池子啊，上来了，这个这兑凉水啊，兑凉水，嗯，这边池子下去了，这兑热水 啊一会儿和了和了，行，差不多了啊，开门吧，让客人们都进来吧啊。我爸爸试水去了，给人家。有钱呢，有钱怎么干这个呀？这就一凉一热，洗差不多了，这就知道吗？啊，就这么一涮，哎，旁边躺会儿，一会儿醒了，把带来那炒饼搁着吃，还吃炒饼，坐池子边上拿水，脚拍着水，吃。我爸爸什么毛病啊？这是很天真，是吧？啊，很天真。吃完了，刷饭盒，啊。这里头刷饭盒啊？哎，掏出一苹果来，啊。哎呀，还得洗，哎，一口一洗呀、啊，这能多吃点这个是吧？多吃点什么呀？这有钱呢，啊，衣食住行没有不讲究的，都讲究。那当然了，啊、后来他们家不这不落到北京这边吗？哦，进京了。哎，因为当初撇县那儿住不开了，哎，有了钱了，为了盖房，当地没有，哦、没砖没瓦没木头，怎么盖房？北来北京吗？想半天没辙了，啊，要移民。哎，来北京算移民呐？到延庆那边不是？到延庆、哦、还没进市里啊？延庆那儿县长给发了一个绿卡，这还有绿卡？爸爸很高兴，我有绿卡了。哦，我正经延庆人了。哼，怕丢了，崩到帽子上边啊！崩帽子上，哎，谁还问了？你看我这绿吗？你看，好。我爸爸戴绿帽子出来啊，有钱呢，有钱呢，有钱不能戴这个呀，所有的钱都搁在四个字上。哪四个字？衣食住行。这怎么说呢？就拿穿衣服来说啊，讲究是一日三开箱。怎么叫三开箱？做衣服一做做三套。干嘛呀、啊、早晨起来穿这个啊，啊，这儿绣了一花骨朵。哦，花。中午换一件，啊，这花开了。嚯，到晚上再换一件，嗯，花谢了。呵，这讲究，三件一套。哎呦，一日三开箱。哦，中午这个啊，哎，这是一个圆饼。哦，下午换了啊，一薄脆。晚上穿这件，啊，煎饼果子。嘿，这都按时候穿啊。早晨出来，早晨这件啊，啊，一马。哦，哎，下午换这件，一个驴。嗯，晚上出一骡子。好嘛。快啊，讲究啊，啊，一日三开箱，这叫三开箱。沾吃更了不得了，吃呢，老鱼家沾吃舍得花钱。是啊，民以食为天嘛。对，吃得好身体才能够健康，吃好的必须要吃好的。怎么吃？一年四季什么节吃什么东西，哦，不耽误。是吗？哎，立春，大春，咱们家春饼和菜，对，摊点鸡蛋，切点肘花，哎，到头了，好吃。老鱼家，嗯，你看着就是糟践。怎么吃啊？小饼没法吃，烙大饼四斤一个。嚯，什么叫鸡蛋呢？人不吃这个。哦，谁吃这个齁贱呢？那吃什么？人家摊鹌鹑蛋。鹌鹑蛋，哎，一人来鹌鹑蛋，二斤饼一卷，是见不着蛋了，这就、啊、多吃多吃，还多吃呢。他爸爸还说呢，啊，我不吃蛋黄啊。啊，那就更没什么了，那就、哎、这玩意儿，汤汤汤抱着跟大炮似的这么吃，好嘛、啊，饭量还不小。这是打春了，啊，到后来端午节。端午节，五月初五，端阳日。嗯，这一天吃粽子，饮雄黄。对对对，喝雄黄酒，吃粽子啊，纪念屈原。哎，还得喝点。老余家上下多少人呢？ 啊，光吃粽子得花一块钱。一块钱吃粽子？是你爸爸说黏的少吃，拽心里难受。哎，这是不能多吃。来一粽子搁当件啊，一人举一牙签那扎着吃。拿牙签吃粽子，吃痛快吗？咱少吃吧，拿饼就着吧啊。好嘛，还是不解饿呀、啊？这个、喝雄黄酒啊、哦，还喝酒？雄黄酒啊，对，过去讲的喝这，现在不喝了。嗯，一到喝雄黄酒，他爸爸眼泪就下来了，坐那哭。他小啊，怎么了？来，过来，
你也不小了，有事得告诉你了啊！我讨个大说呀，我是你父亲啊！您甭讨大了啊，他就是我父亲。我记得人说话都我讨大的说你们大哥是吗？这不用讨大，爷儿俩讨什么大呀？哎，讨我跟你说啊，咱家的事儿你也得知道知道啊。这个，你这母亲啊，不是你亲妈，哦，后娘。你亲妈也不是咱撇县人，啊，四川峨眉山的。南方人跟你那姨啊，你有个姨啊，青姨啊，哦，他们俩一块儿。我那天出差，我上杭州碰他了。哦，我扛个雨伞，我碰见他了。是吗？哎，对对对对对。哦，我一边走一边还唱，还得唱两句。杭州美景盖世无双，西湖岸奇花异草，死了几代清香。太平歌词啊，挺长这段。什么是？就别全唱了，那就。后来咱们街坊有一海大爷，他们管他叫发海，你知道吗？啊。就搅和了啊，搅和了，这甭提这事儿了，还搅和了。你解释这事儿，这都有出处，知道吗？那就把这小花钱如流水一般哦。八月十五，这节翻着番的花钱，怎么吃啊？想方设法的花钱哦。对别人家来说就是一个中秋节，对，对你们家来说是俩节日，怎么呢？一个是中秋节，一个是你姥爷生日。您听吧，我姥爷跟兔爷一个生日，姥爷那生日啊，大伙儿都拜寿，花钱请客，姥爷高兴啊，是啊，啊，瞧着大伙儿孙男弟女痛快，嗯，你们这耳朵啊，有这么绿耳朵这么着，是吧？坐那儿的高兴啊，看着大伙儿啊，嗯。是吧？兔捣蒜的是怎么着？就说这意思，说这意思，说什么意思呢？花钱啊！这前半年这花钱都差着哦，换看后半年，一打进腊八哦，了不得了，腊八全家高兴是吗？花钱的日子来了，吃什么呀？腊八蒜，包蒜，包蒜泡，咱们家弄两罐子得了，就是老于家好，全家出动一块包，装瓶子，院里都满了好几千瓶。哎呦，弄得了，调料厂来车拉走了，哎。啊，我们家给人加工腊八醋呢啊，有钱呗，年三十了不得了，怎么了？了不得这就为花钱，年三十就为花钱，怎么花钱呢？啊，家里边都过年三十，对呀，啊，谁家也比不了他们家，我们家怎么过？哎，天一黑开始踩碎，哎哎哎，这有这讲究啊，外行吧？踩碎吗？老年间的老粒儿，对，芝麻筋儿扔到院子里边，哎，孩子大人踩，嘎吱吱嘎吱吱，对，为了什么呀？您说说，妖魔邪祟踩走了，图个吉利，高兴。吉祥，对，你们家踩这个已经不过瘾了，是那踩什么呀？踩碎玻璃，碎玻璃也不知哪儿收了那碎玻璃，都到院子里边哦，啊，把街坊邻居都请来啊，啊，大伙围个圈儿，嗯，你爸爸被鞋脱了，袜子扒了，嚯，啊，大伙鼓掌，哼，好，都给三毛的，给两毛的，我爸爸这练硬气功呢，是怎么着？好，好什么呀？这个一瞧到十二点了啊，煮吧。饺子锅也开，煮吧，下吧，嗯，还等什么呀？哦，蒜也包得了，来吧，大锅大煮，嗯啊，炸豆腐，这嗯，火烧，废宝盖啊，煮吧，捞成，大伙吃，年三十吃这个，嗯，你怎么着？不要饼啊，不要火烧，光来菜底是吗？行了，来，啊，卖卤煮火烧的呀。老北京人嘛，老北京年过年吃卤煮火烧，就吃完饺子吃卤煮，没听说这味儿呀，骚气轰轰的好，你知道吗？这家里什么味儿啊？这哎，衣食住行嘛，啊，这一说行了不得了，出门谁也干不过你。哦，我们大伙儿有张月票，嗯，是吧？买夏利，像后台李京那个，嗯，买四手夏利啊，四手夏利就不错了。哦。老于家原装德国进口的汽车，哦，自己出样子，那个方向盘是纯银的镶钻石。哎呦，大伙儿你们有开车来的，谁那车上那方向盘是银子做的？就是人家那是纯银的，你瞧瞧，而且跟咱不一样，嗯，咱们都圆的，人是长的，长的纯银的，嗯，两头啊弯起来啊，嗯，有俩胶皮套，一开起来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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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电驴子呀，一股子黑烟，呵，有身份，你看，哎呀，哎呦，有什么身份呢？这个车帮上俩德国字儿，什么字儿啊？巨力，啊，是德国字儿吗？这个字，您认得德国字儿啊？是吧？我一直拿当德国字来着。啊，家有钱，尤其老于家住这房子。没见过这么好的，讲究吗？全世界第二大建筑，第一大建筑，第一是故宫，第二就是我们家房子，对，第三秦始皇陵，知道吗？呵，排
第二啊，了不得。嗯，远瞧雾气昭昭，近瞧瓦窑四少，就跟一块整砖抠的似的。我们家都住蛐蛐过笼里是吗？一块整砖磕的似的。哎，这么说对。门口有四颗门槐，上马石、下马石、拴马的桩子。嗯，路北了广亮大门，上有电灯，下有懒凳，内有回事房、管事处。嗯，二门四扇绿屏风，撒金星，四个斗方写的是“足疗保健”。好嘛。四个字，这就为锻炼身体吗？这不就锻什么练呢？做保健吗？是吧？出去练去好不好？不有字儿，四个大字儿的。有字儿，这四个字不能搁前面啊。斋庄中正，哦、这四个字不能搁这儿啊。啊，斋庄中正，这是四字。哎，背面是保健足疗、啊。好嘛，打后门进是吗？你不让搁前面吗？哪儿都不让搁。背面是严肃整齐。哎，对了，进二门方砖漫地，海漫的院子。嗯、下景天高搭天棚三丈六、哦，四个赌头写的是吉星高照。哎。院里有对对花盆、石榴树、茶叶墨色养鱼缸、哦，九尺多高架竹桃，迎春、探春、栀子、翠柏、梧桐树，各样鲜花，各样洋花，真有四时不谢之花，八节长春之草。您瞧瞧，正房五间为上，嗯、前出廊，后出厦，东西厢房，东西配房，东西耳房，嗯、东快院茅房带茅房，西快院茅房带茅房。好嘛，四个厕所呀。多有食欲，这个、啊、有什么食欲？这个应该这吃得下饭去吗？东跨院厨房，西跨院是茅房，离远着点。大座书房五间，那为待客厅。哎，满都是明宅夜合的窗子、嗯，往屋里一瞧，画了天机，别有洞天。都有什么呀？迎面摆丈八条案，上有尊妖瓶、狼妖罐、宣妖盖碗、古月轩的果盘，一边一把花梨太师椅，这儿摆着文房四宝、纸笔墨砚、嗯，通鉴天文地理、欧柳颜照、名人字帖、哦，墙上挂着很多闪断的被窝、闪断的褥子。好嘛，尿炕。是怎么着？挂什么来着？名人字画啊！唐伯虎的美人，米元璋的山水，刘石安的扇面，铁宝的对子，板桥的竹子，松中堂一笔虎字，对，闹龙金匾旁边还有一把镇宅宝剑，嗯、绿鲨鱼皮鞘，金吞狗，金石卷，姓黄思涛，大红的挽手，屋里有子表、字表、待客钟。要说代表，谁也带不过你爸爸。他怎么带？咱们带一块就得了。他爸爸代表之前可麻烦。怎么？弄个渔网先配上。干嘛呀？每个眼上都挂一块表。哎呦，呵，五彩斑斓呐！啊，狼琴、欧米伽、埃尔金、麦格纳、金克道、银克道、铜克道、铁克道、金三针、银三针、五里纹、盒子里人头狗半钱、双卡子、单卡子、九尾里尾、德尾不地。左、啊、手拿着天梁，右手拿万福盖，头顶大座钟，怀揣小挂表，未、啊、曾走道是叮当乱响。我爸爸代表给钟表铺搬家，搬家呀！五个。是个办法，五个够吃吗？还是饼是吗？感谢各位啊，嗯，这个今天下午呢，因为特殊的原因，嗯哈，咱们这话筒不响，嗯，这个没有办法。刚才我也是一直在交涉这个事儿，哦，啊，要不早就出来了。对，嗯，因为我们的原因，嗯，引起来的不便，嗯，我们哥俩代表后台所有演员，嗯，向大家道歉，对不起啊，对不起。嗯，在这个剧场呢，我们演了将近一年了，是每场都用话筒，哎，无以为报。这干嘛？今天加演一场不带话筒的，这算加演？这个就不单加钱了啊！啊，观众是演员的衣食父母，对，一点也不假。嗯，不管你是艺术家，不管你是笑星，不管是什么，没有人支持你，干不了这行。可不是，是不是啊？哎，所以说我们有今天的成绩，全是靠着大伙儿关心支持我们，捧场啊。嗯，观众里边呢，跟我们打成一片。对，台上台下互动，这叫对。台上说话，台底知道是什么。嗯，台上演员演得不错，观众叫好。哦，全世界咱们这儿的叫好算一特点。有吗？咦，就这么叫好？别处没有啊！希望从明年开始，咱们喊二，还数数呢，是怎么？人家马上就要毕业的，这都是。嗯，这什么呢？有人说听不惯，哦，不习惯，听不惯，这个哪行去？这没办法、嗯。相声本身就是俗文化，对，让大伙儿都得穿上西装，打上领结，嗯啊，都坐在那儿俩小时，不许咳嗽，哦、不许嗑瓜子，不许喝水。嗯，我估计您也受不了。那可不嘛，是不是啊？啊、嗯，您尽管听您的，到这儿来解决不了能别的问题。嗯，有人缺车，有人缺钱，有人缺房，有人缺德啊。啊，
有缺德的，缺什么咱们管不了，但是最起码这几个小时能让您很开心，对，您得高兴。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人们的生活很忙碌，对，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愁事儿。到这儿来了，我们的节目就让您开心。哎，第一不是为了宣传什么，第二不是为了让您学到什么。好多相声演员净台上说瞎话啊，我们为了让你们得到什么什么知识啊，好多人也是瞪眼说谎。我们从这个相声里边，我们理解到了什么什么什么，我们就更加的认真的怎么怎么着，这都吃错了药了，知道吗？清朝末年有相声，什么目的？就是让您高兴，哦，娱乐。当初老先生为什么干这行？他能吃饭，哦，他并没有什么崇高的理想。我们所说相声，我们别人管不了，我们后台，我们先从娱乐的角度出发，对，让大伙儿高兴。我没指他地线，地球都没有了，宇宙间还有一段我的相声在飘荡。那没有那个，那毛主席叫他们说那是扯臊，知道吗？不是毛主席说的啊。不是啊，不可能的事儿，就是让您高兴。嗯，那么说观众呢？观众也分各式各样的。对，有的很安静，啊，听你们闹也不舒服。哦，怎么办呢？您多救护就全看我了。啊，有的人特别爱闹，您也看着我。嗯，薛飞的声音低一点。哦，千万只要不做到徐德亮他父亲那样，我就能接受。他爸爸怎么了呀？你不知道？我不知道。徐德亮他爸爸怎么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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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知道怎么了。这几都干嘛的？这都是。这么着得了，我代表大伙儿，您给讲讲。他走了，他走了，他走了，他走了。可以说了，德亮是个好孩子。哦，我们李师兄弟。对。啊，早先他叫徐亮。对。我说你这个，你这完，你缺德啊，你这个。啊。这就缺德了，缺德了啊！加上德字吧，加有德了，徐德亮了。哦，啊，徐德亮，早先戴一耳钉，大伙都看不惯。对呀，什么玩意儿都是戴一这个，现在大伙也看惯了，习惯啊，习惯就行了。嗯，人家大伙当初对这有意见，包括好多朋友在网上发帖子，嗯，骂徐德亮，怎么骂？我们也解释过这个事儿啊，对，说徐德亮戴这个是为了什么计划生育啊？我爱着，我爱着啊。因为什么？有的观众也认为这个，他说演员台上带一这个容易让我们想别的啊，容易打扰我们看相声。其实这个强词夺理，是吗？刘宝全唱京韵还带四个嘎子，带四个戒指呢。哦，你还得听他唱，没人看那戒指。对，你要想走神不好好听啊，怎么都是个办法 啊。所以说我一直护着徐德亮。是为什么呢？家里得不到幸福。他呀，啊，你见过他父亲吗？我还真没见过。徐德亮有父亲，知道吗？有父亲，他那个父亲脾气不好，是吗？浑浊闷愣，哎呦，还练过两下子。哦，还有练过两下子，嗯，啊！以前跟孟凡贵小骨摔跤，知道吗？你想去吧。我想什么呀？跟我师哥孟凡贵学过摔跤，是吧？啊，那就是你们不是一辈儿的。哎哎，浑浊闷愣。哦，出去上哪儿去？七个不含糊，八个不在乎。嚯，有一回上剧场来了，徐德亮跟我说：“师哥哥说说点事儿啊。”怎么了？我爸爸今天来了。哦，我说来来吧。不是，他脾气不好，嗯，一会儿万一坐底惹事儿了，怎么打起来了？您多担待。哟啊，我说没事没事，你不爱父母老家怕什么了？对对。还没开场呢，嗯，打起来了，真打起来了。前台服务员找我来了，哟，郭老师您看看去吧，嗯，你们后台那徐老师的爸爸啊，人都坐那儿坐着，就他躺在桌子上躺着，嗨，啊，那脚还搁这儿踩，太不规矩了。我说你们说他去啊，我们说了，说那个这先生您别这样，您躲着点吧。我说他说什么？嗯，他就一个字，嗯。不服啊，多讨厌！就这桌子，就这张桌子。哦，就坐这儿，就坐那儿，就躺在桌子上面。哟啊，躺着也不带正眼看人的，撇着大嘴。啊啊，脚还哆嗦着，谁看都恨得慌。哎呀，我说这我不能出头啊！我跟德亮，我们师兄弟，我怎么管他？对，深了不是，浅了不是，不好说。我那叫剧场的工作人员，嗯，出去了，来俩保安进来。你干嘛的？你哪儿的？嗯。还不服？多讨厌人呐！嗯，你不能这样啊！嗯。不说话，不服管。我说这我不能出去，旁边天桥派出所，嗯，找四个警察来就行了。哦，一吓唬就行了。对，警察来了，我说您呐，别跟他客气，嗯，大点声说，吓唬吓唬他就得了，下去，让他下来。哎，嗯，警察过来，你怎么回事？嗯，哼，我，你叫什么呀？哼，嘿，你喝你了不起呀你啊？嗯，你哪儿的？嗯，你哪儿来的？说话。嗯。人包厢掉下来的，
很多有意思的事情。哎，那后边找李菁，大伙儿熟悉。哎，这是我们后台一个中流砥柱。哎，好演员。哎，也说相声。嗯，也唱快板。对，而且来说西河大鼓这门我们俩是亲师兄弟。哦，啊，唱快板他是这个梁厚民先生弟子。哎，梁先生啊。嗯，西河大鼓我们俩是拜的金文生先生。哦，金先生呢艺名叫金连瑞。哦，所以我们俩呢是曾字的。哦，占一曾字。哎，都知道曾字，马曾芬、马曾慧，我们都曾字的。嚯，啊，辈儿占的大。嗯，所以有时候好多事呢我也护着他。哦，这孩子呢怎么说呢，就是老实。哦，特别老实，性子也慢。对，慢性啊，慢性子，反应有时候稍微迟钝一点。反应 你说傻也不傻，他有的时候也挺鸡贼，你知道吗？是吗？我说也鸡贼。什么词儿呢？这是他不一样的，一阵两火的。哦，有时候我就跟他着急，我说你这性格得改一改啊。嗯，你取一圈哪有你这样的？你早晚你给吃亏呀。哦，咱们这行坏人那么些个，是不是？嗨，你非得上当不可呀。嗯，总劝他，但他很谨慎、很保守的这么一个人。哦，你像这么大了，这是刚交女朋友。是啊，刚交女朋友。你像咱们这个，这是打十来岁是吧？那是你。你是不是嗯，刚交女朋友啊，跟人出去交往拉手都不敢，呵，就这么点小，就这么一个主啊，嗯，啊，徐德亮他们大伙都教他，你别这样，你别上，你主动点，不，这帮坏蛋们教他，嗯，啊，他不听，他不听，你们爱怎么说我也不听啊，不听，反正我有我一定之规。哎，找的女朋友不错，是啊，很喜欢她。哦，啊，交往了一段时间了，后来这个女孩主动提出来了。嗯，那个咱们认识这么长时间了，嗯嗯，这样吧，咱们先同居吧。这够开放的。她愣了半天，半个小时。啊，行，这算答应了。我没试过，嗯，啊，是。是吧？是。行，没事，我们家很开放。我这个事儿，我跟我父母也说了。嚯，哦，明天你上家来吧。啊，嗯，上家来，你跟我父母见个面。哎，这我归置东西，你正好你开着车呢，日用品咱们就拉过去得了。必要的成。行，嗯，回后台还逮谁问谁。啊，嗯，你说我去吗？这时候就别打爬了。啊，嗯，啊，嗯，徐德亮出来，我替你，我去。呵，没他什么事啊！我去一边去。我说你们这孩子们忒坏似的吗？嗯，我他好容易有这么一机会，你们起什么哄？嗯，走走走走走走，躲开。哦，我说李静，我告诉你啊，嗯，明儿去，去买点东西。哦，头回上人家里去，嗯，见人父母，该说话说话。哎，对，买点水果，大方点，营养品，嗯，带点礼品去，看老家嘛。啊，别空手，千万别空手啊！哎，知道吗？你这脑子慢，去啊。嗯，转天早晨起一大早，哦，洗澡换衣服，嗯，开他那小车出去了。嗯，门口一大超市，嚯，进超市买水果。营养品呢，啊，什么乌鸡粉呢，啊，什么鳖精啊，这个真我不知道，我知道我拦着不让买那个，啊，那个你不如直接封一信封更合适，啊，给钱。那营养品净假的，买水果挺好。哦，营养品咱们知道于谦原来是做这个骗营养品，那原 他原来开厂子卖鳖精嘛，是买一个王八熬汤兑水啊，卖了五年一个王八没用了，啊，这太坑人了吧，这个就是啊，我说你买这个，他自个儿买，弄一大堆花1000多块钱，哦，拿一大堆东西出来奔自个儿那车，打开后备箱把东西闯进去，身边会有人喊的，哎哎哎，师傅，嗯，要盘吗？碰上卖盘的了。什么盘啊？看这拿过来一瞧，嗯，什么都有，哦，蓝猫淘气3000问呢，小兵张嘎啊，哪吒闹海啊，看看，啊，他这个他心说我这么大我看这个，哎，儿童片子，其实他想要点故事片。哦，有好的吗？有，把这包蹬过来，拉锁拉开了，拿出一大堆了，呵，这是不应该看的东西啊！啊，他翻，人给他讲啊，这怎么好，这怎么好，这怎么好？哦，买了一大堆，哎，看吧，我这算成年人了啊，嗯！买一大堆都扔车里边了。哦，给完钱开车，奔这女朋友家去。哦，到家人家都挺客气，来了坐吧。哎，坐这儿，打一进门自个儿算完了，也不敢说话了，汗也下来了啊，光低着头，杵个子，吃饭吧，一会儿坐着吃饭，都摆齐了，人家父母都在家。嗯，这女朋友说话说话。嗯，这杵窝子，就是不敢见人。嗯，一直到吃饭了，都摆上了，他坐着闭着眼。哎呀，就这样。哎呀，女朋友乐了。嗯，趴在耳边说句话。嗯，哎呀，交往这么长时间，我才知道啊，原来你还信上帝，信耶稣。啊，祈祷呢。他说句话，全屋人都趴下了。怎么了？是啊，我也不知道，你爸爸是卖毛片的。你听说？
兴。就是这人啊，就是这人，让大伙儿见见。就是这人，啊、脾气慢，慢性子，慢性子，没有这么慢性子。他跟我们嫂子可不一样，嫂子脾气急。明白了，这就到我了。嗯，一人一名额，你知道吗？对，全得说到了。我们嫂子是有点特点，好人哦。谦儿哥有今天全靠嫂子了。是啊，他出去演出，在家里边收拾屋子啊，做饭、干活、擦玻璃、家务事，完事哪儿晚了，开车给他送饭去。你看看啊，那儿没散，跟门口等着，嗯，把他拉回来，挺不容易的。可不嘛，啊，说良心话，这叫贤内助。哎，他们大伙儿没见过嫂子漂亮，嗯，大个儿，嚯、哦，四方大脸啊。这清虚虚的这个胡子茬啊，这干净，你这看着爽啊，啊，爽像话吗？胡子刮得干干净净的，总是还是有胡子呀。这个你不细看，你看后脑勺你看不出来，你知道吗？废话，胡子有长后脑勺上的吗？就是脾气大。哦，有脾气。他没脾气啊。嗯，他一点脾气都没有啊。哎，你看你看啊，哎，你看你看，你这后来哎，打一天我都不累，我累。就说这意思，脾气好，嗯，好脾气。嫂子脾气大，哦，呵，一天到晚说什么沾火就急，哦，就这么着，点火就着，呵，可人是好人，哦，他有时候也挺可乐啊，怎么呢？挺可乐的，你要跟他出去啊，嗯，他开车那甭说，你要开着车，哦，带着他。一共仨人，他必须坐在副驾驶这儿，干嘛呀？他得坐这儿打窗户往外看，看什么？你坐到后边，前面有人挡着，这不行。哦，看电影，他得头一排。啊，看真真的。哎，听相声，他得坐头一个，你知道吗？你往后坐，这完了，急了，非得挨着窗户，挨着边往头里来，什么抢头份？你坐船，坐船也是，他得挨着窗户往外看，这也是。你不让这儿，急了。啊，这就不行了，不让坐就急。哦，坐飞机也是，坐飞机也是，坐飞机。你看上，比如上午十点的飞机啊，你九点到换完登机牌就行了。他六点就到，干嘛呀？就得换这，他怕去晚了，去晚了没有靠窗户座啊。哦，得挨着窗户，看不见玻璃不行啊。你瞧瞧，坐过道这儿算急了，不干。哦，啊，那回也是出去演出，他跟人去换完登机牌，一瞧坏了。怎么没有靠窗户的？哦，都让人换完了，急了，我不坐了，我不去了。嚯、哦，大伙儿劝别去，短您一人飞不了，走不了啊。嗯，换完登记牌上吧，上飞机自个儿找，这儿不有一靠窗户的吗？哦，我就坐这儿，我就坐这儿，谁拦着我不行，就坐这儿吧。我不听，我跟他换人坐我那儿去。哦，我就坐这儿，坐这儿。来，男的，大姐，这座是我的。哎，你那边去去。我的座太横了，这我就坐这儿。嗯，你别开玩笑，您有票，您坐您这，别废话，我就坐这儿。你坐这儿耽误事儿，你管着吗？我就坐这儿。嗯，行，你坐吧。嗯，你坐啊，飞机你开啊。开玩笑啊，嗯，没有这么回事儿，大伙儿也别往心里去。哎，因为什么呢？这个相声就得这样，啊，你说别人不合适，哦，只能说后台的，你能说观众吗？观众里有一人啊，吃完饭游泳去，喝一肚水，把饼吐出来了，不能说，是吧？这不能说，嗯，不能提这个茬儿。对对。别人说咱们得褶着啊，知道吗？说什么呢？说后台的事儿。对，后台人多着呢。王文林不能说吗？啊，说王先生。王先生，大伙儿瞧见了，小老头多可爱。对，剃光头，啊，精神，那是相声大师王长友的公子。哎，刘宝瑞先生亲传弟子。您瞧瞧，老前辈那是。嗯，干了一辈子这个了。对，啊，多好啊！尤其这头型现在。哪儿有头型啊？那个，原来他有，原来有，原来有，原来有，啊，就是那阵总吹呀，啊，总烫，头质也弄坏了，烫坏的。有好多人这头发弄得不好啊，是吗？包括我都在内。您，我媳妇不让我出去弄头去，是吧？是啊，我绞头，他给我绞。哦，我说我出去那不行，外边坏人太多，是吧？这怕什么呢？就跟家我给你绞，他来，他买一推子，呲儿，呵，真好啊！哦，当时血就下来了。鼻子里去了，你别拿那玩意儿看肾的慌，啊，出去买把剃刀来，弄好了，啊，瓷花还是照肉上了啊，撕张报纸，啪，给我贴上，瓷
哗呀，词儿哗呀，真准。冲镜子一瞧，呵，脑袋跟小金钱包似的，贴花上了。我说你别领着贴了，来张整的包上得了。好嘛，啊，我们还有一位王佩元先生，王先生说相声，王先生王佩元，对，这头型也很好。你看咱们有三七的、四六的啊，分头，他那是一九的，打这儿就过去了。你找他，你什么时候上家逮他去啊？啊，刮风的时候你上家找他，准在家。为什么？他这头型不能见风，见风一出去一刮风，这儿没有，这边四尺，你知道吗？好嘛，啊、不至于这么长，不至于这么长，他就面过来，你知道吗？绕圈啊，顺风扯旗了，知道吗？啊，王先生早前那一头好头发啊，那根根透肉啊。哦、每天出弄头四个小时，这么长时间，半夜三点起弄头。哎呀，哎呦，就这六根头发，我告诉你们，六根啊，细致，不至于这么弄啊。自己摆弄不好，出去找一发廊，你给我弄弄这个吧。哎，您这头发，哟，坏了，掉两根啊。你这怎么弄这个？来来，中分一边两根，一边两根，哎，中分了，又掉一根。来来，偏分吧，这边两根，这边一个，很好。哎呀，又掉一根，两根，急死了，他疯了，拿你就这几根头发弄掉了啊？就是，给人闹一通，转身出去了。嗯。马路对过新开业一个大的美容院哦，一瞧那儿那美容美发师啊，穿得很讲究，哦、头发很长，嗯，梳得也漂亮。他看着恨得慌，两步就进去了啊。嗯，你脚头的啊？是啊，你有什么事吗，先生？嗯，一伸手，他掏出5000块钱来，拍在这儿了。干嘛啊？干嘛？弄了我的头，能弄成你那样的，这五千就是你的，行吗？就这两根，人家乐了，没问题，没问题。嗯，把这5000块钱揣口袋，拿剪子嘎吱嘎吱，脚秃了，啊，秃瓢了，按那一样，你看这玩意儿啊，没听说不行吗？老先生有意思，嗯，李文山先生也是我们后台老前辈哦，王世臣先生的弟子，王先生为了说相声不容易，他们家住哪儿？洋房，哎，他上张家口比上北京还方便。那么远，天天一早从家出来，吭哧吭哧走到剧场、哦、啊，走到剧场，走到通剧场那车那儿啊。您说清楚了吧？啊，上这儿来，嗯，李菁、徐德亮，嗯，这都分别有自己不同的事儿做。哦，有的有团演出、嗯，有的有自己的公司工作。为了什么上这儿来呢？嗯，为了说相声，喜欢这个，把最好的艺术奉献给大家。对，是不是？嗯、能耐。我们没有多少，嗯，力气还是有一批的，就是卖力气。啊，您看这汗出的这个，啊，你他就不出汗，啊，我不爱出汗，他那汗都养着，啊、我都养汗了似的。有的时候啊，我们现如今啊，挺不容易。为什么呢？这个这儿忙完了，家里还好些事儿，谁都有点家务事，家里事儿也多、啊。这两天这不，今天上午，邢文昭邢先生家就有事儿，什么事儿啊？家里煤气坏了。哟，三天外边吃饭去，做不了饭，做不了饭呢。行爷过日最细呀，嗯啊，零钱凑够一块就不破了。嚯，太细了吧这个？你想想，他天天跟外边吃，他受得了吗？嗯，没办法啊。今天把人约来了，约来还出事了。出什么事儿？来俩年轻的，这俩还就喜欢相声。哎，邢先生知道您啊，刘宝瑞先生徒弟，我们给您好好弄啊。哎，您甭管了，老爷子您放心吧，一会儿就得。哦。老头上屋去了，这俩跟这儿修煤气、哦、一边修啊，俩人聊天，嗯，哎，昨晚上这啤酒喝的可是不少，喝酒去了啊，上鬼街喝了3点夜里边，哎呀，今儿还去吗、嗯、去啊，都这岁数谁怕谁啊，还去，都没结婚去啊，嗯，这说去那去，咱俩今儿这样，嗯，咱们打个赌，打什么啊，咱们赌啊谁花钱，那怎么赌呢，咱这样修完了咱就走、哦、又打他们家大门口开始，咱这车在那儿了啊，20米，嗯，谁先上车谁不花钱，哦，比这谁上车晚了，嗯，谁花钱，哦，比快，行嘞，嗯，修完弄完了都归置好，俩人到门口这预备开始，哗往外跑，哎，到车一回头，邢爷也跟出来了啊，哎，老先生您怎么出来了、嗯、啊，你们俩跑这么快，我担心煤气坏了是吧，怕出事儿啊，还有后台有一位张文顺先生啊，最近一直没露面 啊，为什么呢，老爷子身体不太舒服，哦，有点小三灾儿，不太厉害，哎，非典艾滋癌最近啊，这是小三灾吗，这个跟家缓着呢、哦、我准备哪天啊国庆节期间接张先生保外就医啊，什么叫保外就医呀、啊、您这不有一词吗，保外就医啊，没有，那叫什么，就给咱接过来啊，跟大伙见个面，给咱接过来啊，对对对，接过来跟大伙见一见面，对啊，另外11期间呢我们有一些个安排，大伙随时注意网上我们的消息，哦，听听北京电台大鹏的一些个节目介绍，对啊，这个今天时间太晚了，这样给大伙儿唱几句好不好，好，
尤其是没有话筒，嗯啊，离着观众远，这会儿呢，检验演员的这个功底，哎，看嗓子啊，我们从小都练过这个，哦，我们要保证前两排都能听得见啊，后边就不管了是吗？嗯，前两排听完往后倒，一排一排往前来，这声音也费了劲了，是不是？唱呢分多少种啊？一种是我们本门的唱，这是就是太平歌词，哎，一种呢就是学唱，哦，本门唱呢包括发四喜儿，嗯，包括公的老爷劝善，哦，这都是我们应该唱的，哦，过去啊开场的时候，演员们什么都唱，对啊，混沌充分实在难消，谁知道地多厚天有多么样的高，惊涛三边吃甜水，劝民工你们人为高，千万莫把这个小人笑，小人他得知过河拆那座桥。唱这个过去好听，好听，现在不唱这个了，嗯，现在天亲天也不算亲，天有日月和星辰呐，日月穿梭催人老，带走世上多少的人，说地亲地也不算亲，长万物似黄金呐，争名夺利有多少载，看罢新坟看旧坟，要说亲观众们亲，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曾记得早年间有这么句古话，没有君子不养艺人，唐风冒雪来到塞北，今日里下江南桃杏争春，我劝诸位酒色财气那君莫沾，吃喝嫖赌莫沾身，没事呢就把这相声大会进听两段相声就散散心，报官拱手愿诸位高抬进宝，日进斗金。大家对我们都非常的了解，是，我们也特别盼望赶快来。嗯，演员上台要先介绍自己，嗯啊，跟大伙儿说一声我是谁，嗯，这是一种礼貌。对啊，包括观众说这都是谁呀，啊，叫什么名字，嗯，您是认识有不认识的，嗯，所以就上台先得做个自我介绍，嗯，啊叫什么啊，包括说，他媳妇叫什么啊，他介他儿子叫什么啊，他父亲叫什么，我儿子叫什么。好吧，谢谢你们大伙儿啊。谁对我们都很熟悉，我就是那个说相声的，我叫郭德纲，是，这是我的搭档，哎，吕边冷，哎，在我们这个行业里边，别说了，我们你先等会儿吧，等会儿，您把我名字说清楚了，行，我这怎么那么补肾呢，我这你有意思吗，你废话听着别扭吗，这么大岁数了啊，姓于，这就对了，吕边有了，猜别嘿，说清楚，姓于，对呀，啊，对吧？干沟驴嘛，啊，是什么呀？于谦老师，哎，于谦老师啊，您客气，合作十几年了，嗯，跟我在一块儿也不容易，这些年，哦，走南闯北哪儿都去，哥俩感情特别的好，是啊，于老师在我们这个行业里边是一个传奇人物，怎么还传奇人物？那当然了，嗯，中国说相声的成千上万，最有钱的人就是谦儿哥。哎，谈不到有钱，真的啊，嗯，家里边趁个钱库，嚯，推开这屋门啊，满屋子都是钱，哦，从地上码到这儿，哎，一沓一沓都是新票，哦，每一张上面都印着玉皇大帝，哎啊，我这全是冥币呀，啊，合着太有钱了，那没用啊，没钱能买这么多冥币吗？是吧？啊，嗨，了不起啊，这些年也拍了不少的电视剧。倒是演过电影，嗯，做过广告，
啊，有啊，给很多产品都做过形象大变啊。那么等会儿，这个娱乐圈怎么了？先等会儿，什么呀？您这是什么叫形象大变？那应该是形象大使。你解释一下有什么区别？就得这么说，我那么说，我成模仿秀了。哪怕他感冒了啊，哎呦，头疼，感冒了，我得去买药啊，去吧。德刚跟着我，还得跟着。我们去同仁堂，嚯，那是大药店，他买个感冒药都要去同仁堂，那地道的药材嘛。我后边跟着吧，啊，谦哥在前面走，哦，进同仁堂是那什么。嗯，给我拿一个乌鸡白凤丸。乌鸡白凤丸治感冒吗？咱小啊，咱也不懂啊。我也不懂啊。嗯，好崇拜老大哥。是吗？嗯。哦，带着我洗澡去。嗯，北京有个老字号叫青花池，那是百年的老店，清朝末年的一个生意了。是，谦哥给我讲。嗯，看见这块匾了吗？这匾是三个大字，青花池。对，这块匾是清朝末年，嗯，大概是清光绪年间，嗯，就有了这块匾。是洗澡的吗？这儿脱衣服啊？对对，脱个一丝不挂，光着洗吗？你还等什么？脱衣服吧。啊，是啊，谦哥，嗯，咱还在马路上呢。我啊，哦，还没进去呢。哦，这不重要，不重要，这又还不重要呢。这个，我给他抱着衣服，抱着鞋，我呢在前面走，谦哥在后边一丝不挂。嗯，我就别嘚瑟了。赶紧进去不就完了吗？进青花池里边啊，这谦儿哥这个严谨劲儿。我到那儿怎么严谨啊？留神啊啊，看看别让谁偷拍上咱们啊。马路上那会儿已经上热搜了，知道吗？这里边怕偷拍了。哎呀，谦儿哥啊，你们几个人干什么的？啊，那几位不对，我们洗澡的。哦，便宜了你们。哼，有什么便宜的呀？这个推这个门，啪。哦，你们是干嘛的？这个我们修脚的。嗯，好自为之。什么乱七八糟的？啪，这个把门打开。啊，你们几个人干什么的？是我们就是在停车场这看车的呀。啊，我又出去了。我又活得在意，我在意，我打洗澡堂子走一过，我又出去了。不管怎么说，我想表达的是咱们哥俩这种交情。您说的是交情的事儿，这种感情我从小我就知道，知道吗？谦儿哥对我好，我必须要对他好。一抬头，没错，到这儿了，老于家。哦，门上挂着大红灯笼，写的是大红灯笼。大红灯笼高高挂吗？有正常人家挂大红灯笼的吗？过年过节的时候。哦，推门进来，嗯，直接往里边走，是正屋。一进门我眼泪都快下来了。怎么哭啊？真不是滋味。怎么了？你父亲跟那儿躺着，他有一大哥，啊，他们家哥仨啊，是，他有一大哥，他行二，嗯，他底下还有一兄弟，嗯，哎，他叫于谦，大哥叫王北然，嗯，老三呢叫刘子明，哎，哥仨，我们哥仨都不一个姓啊，老爷子姓田，知道吗？这更不对了，那个啊，这就更不挨着了。我小名叫，都得姓于，于老大、于老二、于老三，这是排下来的。老头是田老大，哎。就这根儿没找对，你说也得姓于啊，老头也得姓于啊，于老太爷，嗯，跟这儿躺着，哦，大爷跟边坐着，干嘛呢？一看你爸爸这状态，嗯，病入膏肓，又病了，这脸色儿翠绿翠绿的，都绿。大哥这脸色儿，嗯，粉绿粉绿的，爷俩谁先死啊？这是，但是看着你爸爸那脸，比你哥这值钱。哎，这值钱？那脸色像老坑的，你知道吗？哎，对，还没埋呢，哪来的坑啊？不是，这脸有点那个玻璃肿那个状态。哪有肿啊？净剩肿了。啊，看着，嗯，我这心里不是滋味。哦，大哥，你大哥回头，这猴啊是怎么着？什么话？废话，你这姿势干嘛呀？这扶着呢，扶着。扶着什么呢？扶着床帮，这摁着沙发那半儿，这怎么那么寸呢？他，你想，他这么守着你爸爸啊？就他回头看我，嗯，哎，要咬人，还是猴啊？吓我一跳啊！你是猴子请来的救兵吗？哎，不是救兵，就是猴子。嗯，
你大哥乐了，嗯，别玩笑，是我叫你的名字，你敢答应吗？哎，这要收到宝瓶里头是吗？就说话吧，说话说话就完了啊！我说怎么了？怎么了？这是、啊、不行了。嗯，老爷子躺了好些日子了。哎呦，可能够呛。是啊，家里都没人，都没人，啊、就是我一人盯着。哟，老二两口子上日本寻死去了。没听说过。台下见着于老师的父亲，你就会觉得，哦，嗯，这是一个特别可爱的老人家。哎，这老头挺好的。我打16岁进北京，我就认识他父亲。啊，是啊，老头特别喜欢我。啊，兄弟，啊，你等会儿，我父亲管你叫兄弟，像话吗？他给我起了外号叫兄弟。这老头太不会起外号了。啊，走，跟我去玩去，跟我去这儿去那儿。哦，特别爱我，带你出去玩。他爸爸很善良，是信佛呀。没错，胸口这儿老挂着一袋铁观音。啊。嗯，我爸爸信佛，这挂袋茶叶干嘛呀？咱不太懂这个啊。啊，人很善良。哦，邻居们都管他父亲叫知心姐姐。这什么乱七八糟的？知心姐姐于大爷，还没弄清男的女的呢。没事站在门口老抱着一个机器猫。抱一机器猫？毛绒玩具机器猫。啊，倒是。天真呢、啊。他喜欢。大爷跟他玩呢。啊玩呢。嗯、抱着机器猫啊。瞎说。怎么？人有名字。哦，对，有个学名，这是他叫多来哎嗯、多来 A 片儿，嗯、啊，不对您呢？怎么啊？您这机器猫没有这叫这名的？叫什么名字？多拉 A 梦，多拉 A 梦，对，哎、嗯，都说老头们老小孩指的就是你父亲这种人，他性格好，性格特别好，疼人，是吧？嗯，只要我在跟前嗯，走，咱们吃饭去，请你吃饭，请你到全聚德烤鸡店去吃鹅。他也没吃过什么好的，全聚德烤鸭店，谁都知道全聚德卖烤鸭。对呀、啊，同你父亲不能说烤鸭，为什么呢？忌讳。忌讳什么呀？因为你父亲被鸭子伤害过。哎呦，我父亲被哪个鸭子伤害过？你们大岁数了，不要那么窝窝戳戳的。什么词儿啊？您得把它说清楚了啊。因为你父亲在全聚德上过班。我父亲这么大年龄在上过班？他当年啊12岁的时候到全聚德烤鸭店啊做学徒。哦，在那儿当过小伙计。去了之后学包葱啊。那刚去肯定是大的房间点着一个粉色的灯，嗯，里边坐着一个老大姐，嗯，画的口红描的挺好看，嗯，他说他是美容美发，嗯，你把他那屋拆了，连一把梳子都找不到。人家不用这工具啊。这个地方于老师没有去过，我都不知道那是干什么的。从这儿走就走过去了，哎，路过，被那个大姐敲窗户喊他，哦，噔噔噔，嗯，玩会儿嘛，嚯、哦，啊，谁玩谁呀、啊、这个？怎么这么粗的声啊？于老师能吓一跳，那是，哦。多少钱？我嗨，我这就别问价了，我就没去过啊，那就别问价了。人很善良，是疼人，应该的，对我最好啊，那咱们关系也好，真的啊。嗯，有时候我一提，我特别感动，是吗？你比如说谦儿哥，嗯，今天休息，哦，炒一桌子菜，做饭，打电话叫我去吃，行，你吃饭正常。那个兄弟啊，滚。这什么意思？就是双方都很开心。你问我了吗？都打过来了。啊，那个，来，德刚啊，滚！还是这句，啊，兄弟，滚！就心里热乎乎的，是血压都上去了。一会儿，他媳妇儿给我打电话。啊，你要死啊？嗯，滚过来吃饭来。哦，来了！嘿哈，怎么他一说话你就来了？你嫂子叫我了。哦，老嫂比母，小叔子是儿啊。你幸亏想起这句话。哎，洗澡换衣裳，喷香水，干干净净的去。干嘛去？我嫂子叫我吃饭去。哦，哎，到了。嗯，这是于谦的家，他认识。伸手敲门。啊，啪啪啪。嗯，
啪啪，这是敲门声吗？这个怎么这样？您啊，有门铃啊？您有门铃？没看见啊？不新鲜。啪啪啪！嗨，什么缺德门铃啊？这声？哎，太好了，在哪儿买的啊？哎、行，就说卖煤挣钱哦。他爸爸真不容易，是跑到河南有个地名叫平顶山，那地方就出煤，从平顶山倒腾煤，嗯，运到山西大同。这要不赔死的呢？这个纳闷儿啊，嗯，怎么比我这个还贱呢？这废话，后来一问知道，哎呀，嗯，大同也出煤呀、啊，多新鲜呢！得了，从大同弄煤，哎，运回平顶山，他就认识这么俩产地呀、啊。干了七八年啊，啊，这还干那么长时间，嗯、差点把命搭里边啊、哎，赔死都不多。一直到后来结了婚了，啊，哎，娶了你母亲，哦，一直到后来又有了于谦，是家里的情况才是越来越好，慢慢缓起来了啊。嗯，生你这，你今年是？我这43岁，多少斤啊？多少斤啊？嗯，没问岁数，不能这么问是吧？啊，您今年贵庚？哎，43岁，43年前，啊，您的父母。把您生下来是为中国相声界贡献了这么一个了不起的人才。哎，您这话太过了，这是实话啊。据传说，生您的那一年天气不好，是吗？啊，43年前哦，生你那年怎么了？那一年苍也空，井也空。生我那年都苍井空了都。那就好记这日子，你拿他记日子。那一天，你父母在家中闷闷不乐，是吗？尤其是你母亲哦，哎，那天生你那天，嗯，老太太情绪不好，怎么难受？不知道怀孕了啊、嗯，傻丫头啊，这要生了还不知道怀孕了，不是，不知道那天生，你说清楚了。你母亲坐那儿坐着，嗯，哎，哪有胡子呀？我妈坐那儿捋胡子这。表情嘛，表情，这不是捋胡子的表情吗？对，老太太没有胡子。对呀、啊，捋这护心毛。哎，呦呵，行行行，哇呀呀呀，行了，还不如捋胡子呢。这个、啊，着急、啊，难受。你父亲看着生气啊，哎呀，疼得很啊。那是，怎么了？哎呦，这老两口子换换好不好啊？这个，为了区分俩人嘛。那这也太秀气了。你妈这难受啊？啊。哎呀，难受啊！我妈这是要吃人呢，是的。哇呀呀呀呀呀呀！来了很多的朋友啊，你看道这么不好走啊，他都来了啊，是打心里高兴。哎，有喜欢我的，有喜欢于谦的，都有观众。我也没统计过到底是喜欢我的人多，还是喜欢于老师的人多。这还用统计？我们可以做一个小测验。现在呀、啊，现场所有朋友喜欢郭德纲的，请把您的左手伸出来。没几个、嗯、啊，喜欢我伸左手没什么啊、哦。喜欢于老师的请把中指伸出来。别伸了，真有，来来，老王你弄不弄？行了，这日子口说您到这儿了，到这儿。哎呀，我心情不是痛快。你呀、啊，不管别人啊，我想说右手，我怎么说成中指了？您真是想说右手来了吗？我这个脑子不好使，你知道吗？哦，这仨是外边伸的。谢谢谢谢。国庆前咱们有这么一机会坐在一块儿，我们这儿说会儿相声，你大伙儿听一会儿，嗯，我觉得挺好。是啊，听听相声乐一乐，看看演出啊，唱歌跳舞喝茶，看看电影休闲、啊、都是不错的休闲啊。电影最近有一电影不错，看了吗？什么片子？建国大业。您还在宣传这个片子？不，就咱也没我一分钱的事儿，我们说这事儿、啊、也不给钱。真的假的？建国大业找我，我们有一电影帮一忙，都是朋友。我说好，什么戏？建国大爷啊！建国大爷，那是您自己家里的事儿。我以为男一号呢。建郭大爷，建于大爷，你是？
没听说过。见郭大爷，我的事儿啊。对，家里去了才知道，不是，是是他们见郭大爷，也没给钱就回来了，辈儿可上去了，你也没喊过我，我没拍这戏啊。啊，反正我觉得挺好。啊，老爹个演员，大伙凑在一块热闹闹的。是，郭家过生日啊，我这不是你辈儿，到底是多少人都得如此，要对得起每一个人。哎，这就是艺德。当然，从艺不容易。那是。你看到舞台上的演员，掌声啊，灯光啊，观众啊，保安呐、都有啊。啊，对。但实际上来说，舞台后。演员受的罪，好多人并不清楚。哎，很多人不了解。三分能耐，六分运气，一分贵人扶持。哦，这是最主要的，包括机遇。哦，就是机遇。没有机遇，才华就等于狗屎，就白费了。就这么些年来，我到今年我干了20年了。是，于老师比我从艺时间还早啊。到明年凑个整，给他搞一个舞台从艺2周年。哎。2周年就别凑整了，全是零了。这凑整，他是在北京学艺啊，我在天津，两地。其实我小的时候不想说相声，不想说相声。小时候是一个追求高雅艺术的人。怎么叫高雅艺术？芭蕾舞啊，芭蕾舞，就那个垫着脚尖的那玩意啊，芭蕾舞。你这是音译，我们是方言。这玩意儿还有方言？芭蕾舞啊，啊，爱看这个啊，哦，喜欢这个，这给人举起来，对，我都乐意来。您肯定乐意来那底下的。你很央康。废话，弹钢琴啊，我哎呀，打小就爱这个，弹钢琴，人谁跟着啊？弹钢琴跺什么脚啊？卖力气弹钢琴，使那么大劲干嘛？小提琴，哦，这个，说实在的，不爱，不爱，亏您没学，嗯，不爱。肖邦，嚯，莫扎特，你瞧，牛顿，什么呀？什么呀？就这些大音药家们就音药家，音药家都好这个啊，都穿着燕尾服，对对对，嗯，啊，哎。没有那么燕尾服，这都弄白褂子，那这儿弄块黑的勒上啊，领结弄好了，拿电镀的棍儿啊，多好啊！哎呦，就这，我就喜欢这连锻炼身体都有，啊，广播体操多好嘞！啊，人甩手疗法指挥吧，啊，多指挥练这个，这连工作带锻炼都有，省得早晨再上公园去耍剑去。耍剑去啊！您平常还耍剑？早晨拿个宝剑嘛，上公园就是锻炼身体嘛。哎呦，哇！老离不开这脖子，您这比耍剑还危险呢。自杀剑嘛，哎，宝剑，大宝剑嘛，什么乱七八糟？练宝剑。对呀，啊，省得去练那个去了，那俩棍儿，单位就晃动去了，是吧？我这就练了，反正他们该拉的拉，该弹的弹，他来他，你来你的，是吧？反不挨着跟您。不走，不看。16岁那会儿啊，啊，长得不好看，现在也不好，啊，哎，好多了。现在看惯了，我现在长开了，你知道吗？以前传着呢。嗯，好多都夸我说长得倍儿下饭，嗨，金看，哎，跟咸菜似的，金看。我一上场，啊，这观众呜就出去了。都躲着，一鞠躬，我下来，哇，他们都回来了。这好，约翰他们回来，我一扭头，哇，又出去了。怎么这样？等我倒落一好身体。这么来回来去，出来进去好几趟啊，是吧？那不没法弄啊，就这么不爱看。小时候在曲艺团嘛，跟曲艺一块儿，啊，大姑娘们唱大鼓，哦，观众们特别喜欢啊。你想啊，大姑娘们要没打扮，穿旗袍，啊，这气儿都开得嘎着窝似的。好。这是两门梁子就出来了啊，两边的票卖的那好啊。那就不是看大鼓的了，那是看大腿的了啊。
人有人看的，咱有什么可让人看的？没有可看的吗？就说是人家跟这儿唱唱大鼓，当时在天津嘛，小时候啊，观众上花篮，对，喜欢演员上花篮，这有的唱的真不行啊，不好听，没板凉调，哎呀，词儿多记不住，弦儿高了够不着，全没有，唱成那样，观众还上花篮，一百多花篮，嚯，我这么卖力气，我连个花圈都没有。对也没有上那玩意儿的，弄这个 啊也不挣钱。后来大伙说参赛去，啊，说相声参赛，哦，参加大奖赛，相声大赛去了，回来你就行了。可以啊，去吧。啊，我很少比赛，我就有一年参赛，我伤了心了。您去过山西刀削杯相声大赛？哎呀，刀削杯，人削面赞助了。刀削面馆赞助的，你看比赛都有头领，有罐儿，有名字啊。怎么叫？关键就是谁写谁名字，谁花钱了？哦，谁赞助了？山西刀削杯、四川担担杯啊，陕西油泼杯、北京炸酱杯、天津打卤杯，这好嘛？净饭馆赞助的可是。我一听，嚯，嗯，山西刀削杯，啊，典型的。这相声听着很有食欲，去吧，嗯，参加比赛去。哦，专业组我第一。那不错呀，成绩啊，专业组第一，还是有问答题哦。老师评委跟那问啊，1982年，嗯，北京大兴县副县长岳父叫什么？什么乱七八糟？这上哪儿给他答去？我想了又想，你问这玩意儿跟说相声都没关系，跟谁都没关系。我说我不知道啊，我说不是，我说你们这题出的，你们太外行了啊，你们以为啊，你们这晒黑了就不是白吃的吗？啊。我说你这堆评委啊，简直下三滥！哎，下三滥！结果评委们报警了啊，说我泄露他们机密。这好嘛，真下三滥感觉。嗯，当然，我再没有看过赛。哎，您尽早别去了啊！那干点别的，吃饭呢？得活着。有段时间我们说相声都出去给人主持婚礼啊，有干这个啊，还有唱歌厅，歌厅这都有。是，歌厅人家晚上演出，我们给人做小节目啊。哎，做个主持也不挣钱，一晚上给100，反正能糊口。你知道那会儿我多羡慕歌厅的女工作人员了？怎么呢？人家一晚上好几百。哦，我们学这么些年，我们还才学了100块钱，他都不用学，他挣好几百。您不用学也挣不下来。你学过吗？没有。我也不羡慕这个。后来我说不挣钱呢。嗯。后来有人说你得唱个歌。我说我也不会，我到现在我对唱歌我都不灵，不能唱歌。唱我跟于谦比不了，于老师唱歌跳舞都会，我就练过一点。没事，两口子跟我来个扭巴的。哎，对，我们俩来什么扭巴？还有街坊的，再好大联欢啊！我不行，到现在我也不会唱歌。哦，我说干脆我学点跟传统艺术有关的吧。啊、可以呀、啊。我发现那变脸我能来。哦，川剧的那个变脸吗？啊、你拉个云手啊。往这一站什么的，好歹还像呢，那可要功夫，花钱，关键是怎么变脸简单？哦，无非这是衣裳，包括里边装置，嗯，带着几张脸子，哦、有机关。我记得那年买的是20000块钱一套，哦，一套，我找人花价去了，啊，都一块不错，我老师您收来便宜点，哦，我就5000块钱、啊、一半，给你吧，嗯，都不错，衣裳也一般啊，啊，不是绣花，就素的，哦，我给我几张脸子，对啊，哎呀，5000块钱要什么脸子？啊，这就不要脸了，嗯、摘几张吧，嗯、摘人家使剩下的。哎呦，还有一张画坏了给我，画坏了怎么用？画了张草草，哦，大白脸是没画好，那像像屁股。哎，嗨、哎，这位手艺太差了，我给你吧，哦、我也真实诚，拿着就走了，真用啊。晚上上歌厅用上了吗？怎么用、啊？出来之后一亮相，头一张脸就是这屁股。嚯！出来了，这张变出来，观众鼓掌，好，爱看变脸带杂技，你看拿大顶了，你看了？谁画的？是不是？后来想有朋友说你拍广告去吧，广告？我说我这样能拍什么广告？也许有的用啊，可以，可以，可以。啊，最近有一广告啊，就在这个东北长春，哦、你去吧，在北京化完妆，化完妆换着服装走。都那么急呀、啊？去吧，给多少钱？5000块钱，不少。那个年头5000块钱不少了。是，找着那化妆那儿、嗯，我说老师，我长得比较黑一点。哦，您受累给化了。化化妆乐了，嗯、啊、嗯，你这，啊，你这还白呢，说这还白，
给他抹。抹什么？黑油彩，抹得一脸都黑了。哎呦，换上黑棉袄、黑棉裤、黑棉鞋，给张车票，走去发东北去了。这就走啊？去吧。嗯、一上车没有不看我的，那是所有人都纳闷。家伙，这晒成这样了，是晒的。一个个车厢往前走啊，有一个车厢四个武警压着一犯人，哟，这时候杀人连环杀人，重刑犯给逮着了，这一送到这儿就枪毙，哎呀，靠着料子，嗯，死刑，这人完了啊，精神也崩溃，准时都活不了。嗯，我打他跟前过，他看了我一眼，嗯，哎，看见希望了，哎，他找到自信了，去吧，啊，到东北找个地儿。见着老演，我说那个演员，我来拍广告，哎，5000块钱、嗯、啊，行，可以。这个吻戏你愿意吗？嗯、可把我乐的，你是哪儿说理去？谢谢谢谢导演，就等着。这个这条不要钱，啊、这白拍。嗯，吻戏可以，可以答应，能拍啊。好，嗯，把那狗拉出来。啊，跟狗接吻？我说这不行，怕它咬着我啊。那倒是，先拍别的吧。嗯，拍别的好。先把那拍了吧，什么？很简单，您说简单啊？嗯，八宝粥的广告，哦，喝八宝粥喝完了，好，对，就完了啊。我那可以，不、嗯，我一个人不，有个女一号，好啊，啊，来把女一号放出来，哎，放出来，把那边笼子里边弄出来了，啊，一星星，哦，带着星星，我一看就急了，我说这星星公的，嗨，啊，那个也就你能看出来啊。我是因为跟你待的时间太长了，文化哥跟他像啊，不是人数开始很简单啊，就是我一搂着星星，打开这八宝粥给星星灌进去，然后这一喊好，哎，这完了。导演一说开始，这星星一把把八宝粥抢了啊，打开了一个我这脖子，给你灌下去了。我说导演，咱重来吧。啊，不不不，挺好，挺好，这挺好，谁灌谁都一样。哎呀，他都不挑。广告播出去之后啊，所有观众都来电话啊，那俩哪个是星星，哪是人？好嘛，分不出来了。成功啊，努力吧。好，天天现场很多的工作都交给你，嗯，搬盒饭、送盒饭、倒水、擦地，净打杂儿，不是东西，净干这个了。啊，后来我又一想。中国这么些说相声的啊，哪个不削尖脑袋往那儿去给人打杂去吗？那倒是，这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个条件。您这不错，我成功了啊！天天现场跟着干活，嗯，我得看，看什么？找机会。哦，哪个节目适合我？看出来了吗？京剧不适合我，怎么的？唱戏来龙套都得学个七八年，啊，得下没法蒙。嗯，芭蕾舞啊，不好蒙。怎么？垫着脚尖儿，您一般人来了吗？哎，对，您了解这个对吗？唱歌还得练啊，唯独说相声门槛太低，是人就行，是吗？您普通话差不多就能接受，就能说话，就说你是说相声的啊。你哪怕带点方言，你南派笑星，知道吗？太好了，带方言就南派笑星，唯独这行最好算人了。是啊，都是都，哎，不是啊，等着吧。嗯，我一看现场有一节目特别适合我，什么？有一个68人的一项目啊，68个。大伙一块儿喝，就现场有布景，有山有水有飞机有坦克，这是相声。打这边机关枪嘟嘟嘟嘟嘟嘟嘟，哎呦，打出十个说相声的。嚯，打那边坦克砰啊，轰出一帮说相声的。哎呦，山上大崩弓子，啪啪啊，一大堆说相声的。哎，水里边就蹲蹲蹲蹲蹲，啊，打上面出去各式各样啊，全出来了。68个说相声站一块儿，大伙一块儿说，咦，我们怎么晕了？哦，说好给全国观众1万元啊！哎，这节目就算完了。哎，这就完了。我一看，这太好了，这你行，不需要技巧，不需要智力，不需要素质，不需要脸。啊，对对，什么都不要了。这个你缺心眼都能干的，这个。那倒是。我找导演去了。我说不，我说我来这个吧。啊，演这个。不行，这60来位都有背景的啊，都有来历，都有关系。多的谁不干了？你得来。哦，等着吧。那天现场彩排出事了。怎么呢？那大炮不打出说相声来了啊？砰啊砰！这打完了，打山上人人人往下蹦说相声了。哦，跳下来，有一主跳下来没跳好，吧唧一下子摔那儿了。哟，万幸，没事，摔死了。啊，摔死了叫万幸。我找导演去啊！我这短一兵哥，是我来吧？你来吧？你来晚了。怎么呢？可他推下那人已经替他了。哎，我
竞争太激烈了。哎呀，你们这个行业太残酷了。就说是啊。嗯，这怎么弄啊？天天现场干活累个孙子似的。啊，没想到那天突然间出一大事儿。什么事儿？彩排好几千观众站着好正欢呼呢。啊，有女观众现场生孩子。生孩子把我气的，热热烘烘回家去，跑这生孩子，没人管，就是我。哦，打电话叫车，送他上车，弄医院去。就干这个的吗？哎呀，回来之后心情很郁闷，不高兴。什么时候能熬出头来呀、啊？净干这事，找我那朋友去，三千块钱退给我。哎，我不干了，没用。到现在我一点模都调不出来、啊。是啊，我什么时候能成啊？啊，我什么时候能上春晚呢？是，朋友乐了。啊，就你这个心态你都成不了。什么心态知道吗？你必须学得胸怀宽广、哦、而且来说脸皮得厚，脸皮厚，脸不厚你哪干得了这个去啊？取经找着有明白人吧，教教你。什么叫明白人？想哪有明白人，谁明白人呢？脸皮厚，谁脸皮厚？哎、啊、那天现场生孩子大姐脸皮厚，哦，好几千人看着生孩子，哎，人都不在乎啊，多举气是吧？啊，什么叫举气？就是耿直啊。啊，找他去，找他去，买东西到医院、嗯、看他去啊！一进门，坐着正哭呢。哎呀，太丢人了！他也觉得春晚现场好几千人跟这儿，我生孩子啊！我说大姐，你别变着脖子，你不叫事儿。那年申奥成功，天安门广场前面还有一生孩子了，啊、那也是我。节目是一场接着一场，哎，刚才我们说完一段之后下去休息一会儿，对，我跟那屋坐了一会儿，嗯，于老师找地儿游泳去了，哎，就这么会儿、啊、不至于，你也不是为了游泳啊，你是为了小便，干嘛含含糊糊的？嗯，怕你丢人，不，您这说出来我就够丢人的了，看见大伙儿我真痛快，嗯，地儿也大。是好多朋友坐的位置不是很好，对，包括后边的朋友们，嗯啊，你说这边多艰苦，是啊，啊，看不见那儿头来还有大屏幕，对，你说多高科技现在，哎，看不见这儿，看当初哪有这个去啊？现如今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对，整个社会都进步了，是。过去的大屏幕不可能有，这是高科技，以前没有呢，包括手机过去也没有，这几年才兴起来的，那些年哪有手机啊，嗯，现如今行了，嗯，几乎每人都有，人手一部，互相沟通很方便，对呀、啊、手机也是不停的换代，哎，最早不就是有个铃声吗，你看现在这彩铃多多呀，功能多了啊，我那手机就是如此，你也喜欢听彩铃，不同的朋友有不同的声音，是吗？当的啷当里个隆地咚，当里个啷啷里咚，京韵大鼓，曲艺界的同行哦，接电话，对，大的啷当啷当啷当当啷当当个啷当，京剧界的朋友啊，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我媳妇来电话了，嚯、哦，长期受压迫的结果啊，又响了，嗯、爸爸接电话吧，嗯、哦，于谦儿，对，是，我的这事儿啊，怎么高科技是吧？什么高科技？显然交情在这儿了，对，都爷儿俩了还不好吗？就说这个意思啊、嗯，时代在发展，人们在进步，是相声也是如此。相声也一样，二几年的相声跟今天的相声就不一样，肯定是有区别，包括传统相声，嗯，其实每天都是在与时俱进的，都在变化，有人说传统相声陈旧腐朽，嗯，不对，是拿旧社会来说，嗯，演员站在三不管这说相声，嗯，观众来了一听喝好啊，嗯，掏出钱给了他了，给钱了，转天这位又逛三不管，嗯，演员说的跟昨天一样，您就不会花钱了，谁听两样啊，所以说演员要激励自己，把节目弄得每天都不一样，对，到后来说传统相声不好听了，不是节目的原因，嗯，相声没有问题，是因为演员停止不前了，对了，才导致相声的没落不变化，这是实话啊，也没有办法，也没有办法，嗯，我们很多演员，很多名家吧，很多大腕，
没等学会就红了，哎，啊，嗨，所以说你让他扭回头再学也不现实，他还不认头呢，是不是啊？作为我们来说呢，两个小演员，对，不像媒体上把我们炒的这样，不是那样，如何如何，或艺术家了，多红了，什么大师了，胡说。嗨，每天我们都互相提醒郭德纲、于谦注意，你们两个不比别人强多少，当然就是两个普通的演员。嗯，一个行业在一百年里边，说句良心话，一百年出一位艺术大师就了不得了，这行业就火了。你拿京剧来说，啊，解放初期整个京剧界才两位大师，哪两位？梅兰芳、周信芳。哦，那是国家封的。嗯，马连良先生这么大能耐才叫著名演员。是，现如今艺术家是雨后春笋，全是了。主要是因为这个名片管理制度不严格。嗨。我要说给我印个总统他也给印啊，总统兼神父都能印，嚯，好嘛。嗯，您还要精神物质一把抓是吧？少说这个。就说这个意思，啊，我们就是两个小演员，哦，爱相声啊，愿意为相声做点有良心的事情，是，但是还要感谢观众朋友们对我们的鼓励和支持。对，这十几年来，嗯，我们没有花国家一分钱，嗯，也没得到我们同行的支持和鼓励，嗯，都是父老乡亲、衣食父母们支撑着我们走到今天。就是观众，嗯，一位观众强似一百位理论家呀，嗯，这是对我们实实在在有帮助的。就是这样，我们也愿意把相声弄好。嗯，怎么办呢？多做功课，多学习，多学习，无一日可以休息的。那他老得学，没事看看书啊，啊，看看别的节目啊，嗯，跟别的艺术形式互相借鉴沟通，吸取营养嘛。于老师这点做得很好，我也差着，是涉猎广泛，爱好。你说音乐会啊，什么交响乐、芭蕾舞都看，愿意看这个。前不久咱们这个北辰芭蕾舞团呢，北辰芭蕾舞团排了一个小天鹅，哦，在秦简桥那儿搭了一台。露天的，嗯，啊，跳这舞蹈，哦，于老师风尘仆仆赶到那儿去看，哦，买了前排 VIP 贵宾席，还 VIP 呢，五块一张，哎呀，咱看人花钱都眼晕呐，嗯，五块呀，啊，嗯，买了两张，是躺那儿看，对，嗯，哎呀，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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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也不懂的啊，嗯，为什么看芭蕾舞要躺着看呢？大家给解释一下啊，三个小时演出过去了，于老师眼睛通红通红的，找一大夫一看，您看我这怎么回事，大夫问明白了，不要紧，你一个简单，下次再看这种演出，这三小时里边你抽空眨下眼啊，我这一场就没眨眼呐，好，这个涉猎广泛呢，我这涉猎的还广泛呢，是吗？啊，多学学多看看是有好处的。是，就拿我们相声来说，嗯，传统节目1000多段，是经过演员这么多年的努力，嗯，还剩下100多段，嗯，啊，这太努力了，这是吧，嗯，但努力就没有了。是需要大伙儿啊好好的学习，嗯，千万别扔了，嗯，说相声跟过日子是一样的，怎么还过日子，今天买一冰箱，后天置一彩电，嗯，你不能今天卖个门，明天拆个窗户，嗯，那是败家子儿啊，那可不是吗？我们很多曲艺形式现如今都听不到了，嗯，其实很可惜，我都失传了吗？天津还是不错的，你说京韵啊、西河呀、啊、梅花啊、单弦啊、烙亭啊，还都有。对，还都保留。到了别的城市，很多曲种都没有了，听不见唱。就拿北京来说，啊，过去有一种北京的竹板书，现在没有人唱了。竹板书失传了。哦，打着7块竹板唱故事。哦，唱大书。三列国呀，东西汉呐。嗯，啊，这说着书说差不多了。嗯，抄起板来，呱唧呱唧呱唧，再唱。唱完了再说，哦，好听之极，什么味道的？给大伙儿学学竹板书，各位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
那就没挑了，全愿意听了，那就这些日子休息不好，嗓子不在家哦，我尽全力的唱好，如果哪儿有个崩瓜掉字的，嗯，各位多做自我批评啊。嗨、哎，你唱错了，人批评什么呀？满打毛竹，书又归了本正，打起了我的竹板，书开正风，是才间唱的本事，半部参书前后七过端，还有这么两三段啊，没有把它交代清。哪里他丢来哪里找，我是哪里接着把他唱，哪里头忘了我就把他说来，你们各位接着听。奉请在座的众民工，因为他热闹更好听。好，这是竹板书。竹板书，对，没人唱了。嗯，包括北京过去有一种小凤调，小凤调，哎，小凤调，嗯、也叫北京的铁片大鼓，哎，那可好听，挺好听。对对对，春雨折春金谷田，夏满芒夏二暑相连，秋暑薄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春夏这个秋冬分为了四季，清明这个佳节不把分那怨，死去的良家的女儿孙祭奠，苦命这个妓女何人把她可怜，嗯，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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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好，哎呀，真是好听啊。这段叫劝妓女，有这么一段，后来改了个名字，叫什么了？劝于谦。对，没有啊，也没改过啊，不承认了，你知道吗？这还能承认吗？多好听啊。嗯，当年还有一种曲艺形式叫莲花烙。哎，莲花烙，十不弦莲花烙。对，最早十不弦是十不弦，莲花烙是莲花烙，分着。自打慈禧太后过生日，两者合二为一，哦、搭着班一块演出。是啊，十不弦来说，相声演员用得着。对，我们过去开场演出，相声大会之前，先唱十不弦的发四喜儿，都唱这个。福禄寿喜这么四番，嗯，唱起来好听。怎么唱？福字儿天来喜冲冲，福源山清江雨平，福如东海长流水，恨福来迟身穿大红啊，斗斗了个起斗起斗强。哎，对对对，发四喜儿，哎，就是这个味儿。莲花烙现在也没有了。莲花烙啊，北京河北地区过去唱这个多，嗯，好听。再唱唱。我做男儿汉志气刚，寻了一个老婆雅塞孙二娘，站着比我高位，坐着比我长，脚也比我大呀，力气比我强，打之骂之立下家法耶，舍死亡生我要管教破娘。莲花烙，好好啊，嗯，有点意思。虽然说莲花烙没有了，但是评剧和二人转都借鉴了莲花烙的唱腔。哦，有前身的意思了。这评剧在天津来说呢，是家喻户晓啊，都爱听啊。天津、北京、嗯、华北地区，包括东北，人们都爱。对，天津是评戏的窝子。嗯，多少好角都出在这儿。是，我个人有这么一个认为。嗯，我认为评剧应该提倡演员的年轻化。怎么叫演员年轻化？哎，因为评剧更多的是演这些个才子佳人爱情方面的故事，风花雪月啊。你说这个才子佳人岁数太大了，演员扮出来不像，也不好看。有一次我在咱们天津看戏，嗯，全本的秦香莲，好戏呀、啊！扮演秦香莲这个演员得够70多岁了，那么大岁数，老艺术家，唱的真好啊，唱功好，就是太胖了哦，顶我4个，嚯！那么胖啊，这秦香莲这大脑袋，嗯，半生戏化完妆一瞧啊，好，跟奥特曼似的。呵，有这么比的吗？这坐在我旁边有这一个天津的小伙子，说句话把我乐死了。怎么说的？哎呀，好秦香莲了啊，
借亲相连都够口了。嗯，我要是陈世美，我你妈也不要他。哎呀，嗨、哎，有这么说话的？话糙理不糙，这倒是年轻，他扮出来好看呢、啊。哎，啊，嗯，生旦净丑，嗯，四门很齐全。对了，最早不行，嗯，最早的时候这个评剧叫三小戏。怎么叫三小戏？小生、小旦、小丑。哦，全是小。哎，小戏后来丰富了行当，特别的讲究。好听了。我认为评剧的小花脸是值得一提。小花脸在别的剧种里边，这个丑角啊啊，作为陪衬的人物。嗯嗯，评剧里边他算主角。好听啊。哎呦，好。嗯，我曾经认过一个评剧的老师。哦，还拜过师。70多岁的老前辈，是教过我评剧的小花脸。受了真烦。老先生真好。嗯，特别喜欢我。是啊，我每天上家去学戏。哦，后来老头跟我说了，嗯，说你这孩子太好了。哦，我是真喜欢你啊。是是，从明天开始啊，嗯，你就别来了啊，你再来我就弄死你，知道吗？啊啊，这是喜欢你吗？他特别喜欢我。这不像啊，这个他就是因为上年纪人比较封建。是啊，封建其实来说咱们说不叫事儿，我就是觉得老头对我好。什么事儿、啊？无以为报，我想跟他认门亲戚、啊、他就不乐意了。什么亲戚？我想当他姑爷。哎啊，看上人闺女了。他闺女特别喜欢我。那也不错啊。他那个女婿反对啊，人结婚了。我们可以给他挑唆的离了吗？什么人性啊您这是。后来就没再去、嗯、但是跟老爷子学过很多戏。哦，评剧小花脸既注重唱又注重念。哦，唱念。哎，唱念都要求很严谨。哦，比如说有这么一出戏叫杜十娘。嗯，最后一折的时候叫活捉孙父。对，小花脸扮演孙父有一段唱腔。嗯，充分的体验出这个小花脸唱腔的好处。这么着吧，嗯，您给唱一这段怎么样？特别的好听啊。活捉孙父一唱起来是这个味儿的。来一段。有孙父你也代代多少灯光，心思思一念念都是美娘，貌似花神若柳，飞燕落掌绣花毛沉玉容，压倒了群芳为美人是巧计，花银千两打动他全仗着巧舌如簧，不料想他不愿将我来骂嚷，下心女报不相爱，投入长江啊，哎嗨哎嗨呀，哎好，哎真是好听啊。嗯嗯，唱得好，嘴里还得干净呢，还得清楚啊。啊，一个字一个字都得送到您耳朵里边，听不见不行。包括评剧的小声我认为也非常讲究。小声啊，挺拔刚劲呢，有一个风格啊。曾经有一次我认识一个老演员，哦，唱的小声我觉得就不太到位。怎么？他松懈。哦，比较松懈。哎、啊、你唱那戏，听桥楼打夜更，心发急躁，翻过来覆过去睡不安了、嗯、听完他这唱清明节上坟我都不敢哭。怎么了？我怕他说我学他。嗨、嗯、太难听了。所以说评剧啊得把它研究到了家。是，我认为这个评剧来说比较适合唱这些个才子佳人爱情生活方面的故事。嗯，不太适合唱这些个重大历史题材的东西。哦，大事儿不善于表达，尤其是国际题材的不适合。国家大事啊，曾经有一段时间有这么一个电影叫《列宁在1918》。哦，这好，呵，电影演的火。对对对，有一家小评剧团不上座，嗯，用评剧移植上演了《列宁在1918》，评戏的，闹了很多的笑话。那怎么唱啊？他用了很多老评剧的唱腔。哦，后边还借鉴了河北梆子的旋律。什么味儿啊？化妆可都一样。哦，列宁沾一头套，穿着这个什么西装马甲背带裤啊。嗯，这儿来得出来。哦，也这样，一张嘴是老评戏。怎么唱的？十月革命刚成功，啊，国库紧张粮食空，嗯，我列宁好，我命瓦西里去弄粮食，天到这般时分不见回来，你说这是咋的了？你呀呵，这
的什么味儿啊？这是思前想后，叫我放心不下呀。论顿大大大大唱了浪贼雷唱大不得唱，要唱列宁家族克里姆林宫。叫一声斯列夫，上前听分明。我命那瓦西里去把粮食弄，天到了这半时分，不见回城。还摆姿势呢，这后边上瓦西里，唱河北梆子肩板，怎么唱？八大，唱黑唱的浪唱隆咚一个隆的唱。杀除了东宫啊，生了逼的包打嘟噜呢，将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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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嘟打出来了，光的光的光的光，枪出粮食好几包，梦想列宁谁报告啊。要这玩意儿有什么用啊？说的是的，这个这太难听了，这个。所以说，我认为评剧还是好好唱自己的传统剧目。就是就是。很多的对儿戏，我认为好。对儿戏就是生旦的对儿戏。哦。比如说有这么一出叫《杨乃武与小白菜》，嘿，这个戏是家喻户晓啊，名段，好听。嗯。小生跟旦角，嗯，两个人较劲的戏。是啊。其中有一场叫《背地血状》，我认为是精华。怎么叫背地血状？杨乃武被屈含冤，在监狱里边打算死，不告状了。哟，姐姐杨淑英来了。嗯，你不告不行啊。啊，写下状纸来，姐姐给你进北京城传狱状去。他去监狱里边没有桌子啊，姐姐趴在这儿，让兄弟在后背上写这状纸。哎呀，很让人感动啊，太伤心了，特别的好听。嗯，杨乃武这会儿有一大段肩板转快板，呵，好听。再唱唱这段怎么样啊？肩板转快板，啊，我是愿意唱，但这点光唱不足以表达情绪，还要怎么办？必须要做戏。哦，还要演戏，这是两个人呢，进人物，一个是杨乃武，一个是他姐姐杨淑英。哦哦哦，我能唱杨乃武，是谁来这杨淑英啊？您别看我，我倒是豁得出去，但是我不会啊。这不要紧的啊，主要是听我。是，哎，你配合一下，知道吗？你就一句词儿。什么词儿？兄弟，你就趴姐姐背上写吧。你这一说完了，我就赶紧拿起笔来，连说带唱。哎呀，就齐了，就听您的了，特别简单。我就这么一句，没问题。来来啊，来您啊，来遍听听啊。哦，还要验一遍，多新鲜呢哈。兄弟，你就趴在姐姐背上写吧，是这词儿吧？没错，词儿对了啊。来说说一遍。刚说兄弟，你就趴姐姐背上写吧。你有点情绪，声音再高一点。哦，嗯，兄弟，你就趴在姐姐背上写吧。这是人物，你稍微的，你再、啊、再高一点点，高啊，长个调门。哎，兄弟，你就趴在姐姐背上写吧。好多了啊！哎，这真聪明啊！你再高一丁点，不点点。兄弟，你就趴在姐姐背上写吧。这个姐姐是宫里出来的，太监是怎么着？急撩急撩的这个啊！你这怎么着？让高点，还得在情绪上，和你再，你就稍微高一点就行。高，再高点吗？再高点。嗯。兄弟，我就算了吧，就这就更不是人声了。这个行，也差不多了啊。我也歇过来了啊。哎，嗨。您要歇着，后台也能歇着。就这一句啊，兄弟趴姐姐背上写，我这抄起笔来，腾腾腾腾腾，连写再唱，这点地儿说实在的，主要听您的，就听这个，好吧？来，那咱们来着说，这就开始了。哎，来，兄弟，你就趴在姐姐背上写吧。趴呀，真趴呀，多新鲜呐！做戏嘛，说完这话啪你就扔那儿了。我可爱看这个了。你爱看像话，我再摔个好歹的。你趴桌子上就行啊。桌子上啊，就趴这儿就行了。来啊，你说多新鲜，快，兄弟，你就趴在姐姐被子上写吧。姐姐，你压着我那杆笔了。早说好不好呢你？
忘这茬了，你知道吗？不是，就这遍戏好趴这儿了，你再来，再来，再来啊！再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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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开始了，开始了，大伙儿兄弟，你就趴姐姐背上写吧，唱。故事发生在清朝末年，杨乃武打小老师就等会儿，你先等会儿吧，别介绍剧情了，行吗？大伙儿都得知道这故事啊！全知道，这儿还趴着一位呢，您没明白吗？把你茬忘了啊！啊，对呀、啊，都知道杨乃武了，太清楚了，不用介绍了。哎，对，来吧，兄弟，你就趴在姐姐背上写吧，擦。小白菜这人呐，不说小白漂亮，行了，他要叫小撇咧，这完了，知道吗？耳冬瓜这都看不得，有叫耳冬瓜的吗？水灵这都行了，行了。行了，人物也不用介绍，男女主人公都介绍完了，大家全了解，没有废话了，不说别的了，这就开始，再来啊！于老板您辛苦了，哎，您甭管了，兄弟，你就趴在姐姐背上写吧，八大躺车躺浪躺隆咚一个隆的苍，这人可也不错，你说我干嘛你？说我干嘛你？这都是你唱不唱啊？我怕你挑眼，你知道吗？我是不挑眼，我的腰都快折了。小心眼儿，你知道吗？你唱不唱不唱、啊？这就开始了。那咱本没废话，兄弟，趴在姐姐背上写吧。八大唱吹唱的浪唱隆咚一个隆的唱，天好写边装，悲痛难忍。江南郡杭州府布满乌云，我本是奉公守法一文举刘系统，专保丝绸海良民边保险，故此请官官相护巡抚汤举都是苦力杀人胡瑞兰，奉旨巡查江南郡，不知贪了多少银，覆盆冤千古恨，可怜我居家大小命难存，冒死喊冤求财神，要把这江南贪官风卷残云来。大唱唱的吧，唱才您这是杨乃武血状啊，哎，郭德纲杀猪去你的，有机会吧，有机会咱们两个行业联合干点什么。咱们两行，您不是相声演员是吧？哦，你拿我也当说相声的了？我这眼拙，我没看出来您。嗯、啊，怎么了您？你再看看，你再来了，你再来了。我这不行，我这眼睛不行，眼珠了，眼珠了，不是，猪眼了，猪眼了，你才猪眼了呢，不是眼拙了，眼拙了，哎。没瞧出来吗？看不出来，从头上到脚下，嗯，这个精神，这个气质，对，这个言谈举止，这个表情动态，哦啊，你仔细看看，文人，啊，您是文人，文人墨客，哦，这文人就都坐在炕头上是怎么着？您下去，坐惯了，没看出来吗？没看出来，大学问家，您啊。嘿嘿，有学问的人都不系皮带呀，是怎么？大学问人哦，了不起啊！是是，啊，哦，有学问，学问家都楼了，楼像话吗？不是您这什么体格啊？我前些日子没少写东西，这些日子净写电视剧了，电影电视剧。哦，您还写剧本？给你找活，那还好、啊，说这不挣钱呢。行行行，前些日子刚写一个，哦，卡拉屎条狗。写个续集，好、哦，您给那写一续集。你演写续集，是什么名字？于谦是个猪。哎，好、哦，像话吗？啊，不演这个，你火了？火什么呀？他根据人物走，大伙儿瞧瞧这脸长的啊，跟车祸现场似的。我招你了是怎么？适合演这个？那也不演了。有事我提拔你。那行，有别的事儿。我们这行，我们文人墨客接触上层社会比较多。哦。知道吗？好好好，您是文人，文人啊，正经学校出来的，哦、哪学校毕业呀、啊？啊，不是您正经学校哪学校毕业呀、啊？看吧，没谱。有，没有谱您说呀，哪学校毕业呀、啊？
有机会，有机会告诉你。这还找什么机会啊？这这么些人问，回你抹不开，你知道吗？跟我没关系啊，跟我没。您说说您哪学校毕业？这怕什么？你看这抬杠小能耐，你知道吗？我见多了这个人。我这没有抬杠的意思啊！我问问您哪学校毕业？这有什么呀？我啊，清华。您说清楚怎么这意思？哪儿？清华。听清你们这听不清楚，咬字清楚一点。哎、你这怎么回事？你兔子不真的啊？你什么叫兔子不真的？你这清华哪学校？清华，吓死你，知道吗？至于？清华大学毕业？啊不，清华，不是清华大学吗？清华啊，对呀、啊，是清华，海淀清华大学。别问了，去清华。这您怎么还不让问？我跟你不过这个。这没有什么过不过，不是海淀清华大学吗？不是海淀的，不是海淀哪儿啊？虎王桥。虎王桥，虎王桥，清华，清华池吧，澡堂子呀。你后烧锅炉，还往后，那就倒脏土。哎。有完吗你们啊？澡堂子后边烧锅炉，锅炉后边可不是倒炉灰了吗？就讨厌你倒霉模样，瞧瞧。清华大学，别含糊，谁含糊了？清华大学，我说了怎么着？你弄死我！没人弄死我，清华大学的。人家你到我们学校打死你！我告诉你。我至于吗？我啊，你跟文人来这套啊！我干嘛呀？我没带着刀，今儿我告诉你，这文人不得不带刀，知道吗？知道吗？清华大学怎么了？清华大书法家啊，有学问，到哪儿去求我写字儿？呵，给写字儿啊？嗯，书法家，大书法家，好，到处都有我的字儿。是啊，哎，中国就俩人写字写多啊？嗯，一个是刘炳芬，哦对，完事就我，他死了，现在就剩我一人了。啊，您也写字写得多，都是我的字啊，留您的墨宝，到处都求我写字，都哪儿啊？你看，就那个哪儿都有，是地儿我说不上来了。什么字啊？什么，来也匆匆，去也匆匆，这都厕所里头啊，他们拼的我那字儿，人家拼这字儿干嘛呀？那个大地儿写的那个啊，那个对联，心往一块儿想，嗯，劲儿往一块儿使，哦，横批，先拉后擦，还是厕所吗？厕所呀，讨厌！你看，你跟这没文化的人没法说话，你知道吗？嗨，这字儿可不就在厕所里看得见吗？厕所就是写字啊！不，您等会儿，您甭说了，大书法家，知道吗？知道吗？到处请我给人写字去，知道吗？行了，书法家就甭来这个了，知道吗？我问问您啊，请您平常写都在哪个画廊啊？画廊，我们不上那儿卖去，我们。上那儿买去，你知道吗？外行，知道吗？他哪见过这个去？倒不是外行，我没想到文人还有这么一爱好。文人也是人啊，你等会儿吧。大书法家没有，不是、啊，不是发廊，那什么画廊？谁画那玩意儿啊？我画过狗，不值钱那玩意儿啊，没有要的，知道吗？不上画廊去，那个小屋里边那能卖多少钱？街上，十字路口，大街面上，对，是啊，呵，面向工薪，姐，怎么还面向工薪？写字多少钱、啊？不一样，这个玩意儿哪说得准去？包括我们这收入来说，也是跟季节有关系。这个月份啊，背月。这怎么还有背月？非得是年薪，要是庙会，发了财了。姐早上起来就忙活，哦、忙活到下午四点来钟，手都写酸了。您这一天得写多少字？写字儿可不论个儿啊，外行了啊，我不懂。别写啊，算论套，论套。哎，怎么还论套？论套，你讲了弄啊？对，裱好了的。哎，对，这裱好了弄得了。哦，一套论套。哦，论套，这一天写多少套？那哪有准啊？看来多人求字了。
是不是？要说忙活啊，今儿早晨起来忙活，保不齐百十来套也是他。嚯！要说今儿不行啊，嗯，三五十套。啊，那也不错呀。看看，就不是。哎，对，挺辛苦，挺辛苦。您挣大钱了？不是，挣什么大钱？反正说卖一百来套吧，就这一天能挣个二百来块钱。嗯二百块钱吧，就算是吧。您先等会儿吧，嗯、人家那字可都令尺，一尺就好几万。外行，咱外行，我们跟那个不一样啊。我们是面向工薪。前一段时间北京有一个大书法家去世了啊，起诉啊，大书起诉什么价？等会儿吧，等会儿吧。您各位拍拍良心，这甭拍良心，人家那字那口感，说实在的，是吧？您说那是起诉，还饼干有没有？那更便宜了，就是什么便宜？嗯，起功，起功吗？起功啊，他啊，他去世了啊，他那个字儿很值钱的，那、就是、我们之间不比哦，这行之间不比啊，你干你的，我弄我的，谁别搅和谁，不比可以。哎，您面向工薪，您这一套多少钱呢？两块，你要多了没人吃，没人买，知道吗？怎么含糊啊？这就卖多了不行，这就面向老百姓，面向老百姓哦，面向工薪，哎，面向工薪。您写这一套字儿啊，得多长时间？嚯、哦，这是功夫眼儿，这是功夫眼儿哦，这个怎么也得二分钟吧？我手算快的，二分钟。当然，这个跟字台的温度是有关系的。怎么字台还有温度啊？字台的温度啊，这手使这笔，这方方面面好多事儿。是啊，挺麻烦的，这东西这怎么个程序？您这你看，你这挺麻烦的。您、啊、早上起来把字台都搁好了啊，字台这边课本都码好了，哦，这边是我那砚台，一个个的砚台，把我那笔宽笔小宽笔，宽笔宽笔，哎，哦，普通你们那笔干不了这个，不行，这么长，头是这么宽，拿起来得血，你知道吗？一个月当玩使三四把，我手劲儿大。废笔，废笔，给的多，你知道吗？那我跟程序您说，跟这早上起来，我还没睡醒呢。嗯，但你得出来呀、啊，出摊啊，有等字的。哦，把我的字台搁在这儿，擦脸，啊，这等着，这才洗脸。站满了，张奶奶、李奶奶、王大妈都排着队，拿小钳子在这站着。求字的都是老太太，你不一样，有男的，有小孩，上学的孩子们，嗯、走到这儿来套字，有这个，哦，也有，知道吗？嗯嗯，准备好，你几套？两套是吧？夹子，拿夹子把钱夹过来，我不能拿手摸那钱，钱脏。对对，哎，对，夹过来搁在这儿，有一盒子里边零钱，自己找，自己找，找完了钱，我开始给他先做纸，做，哎哎，等会儿呢，不是，郭先生，您先生，等会儿，您写字这东西，不行，别拉架子了，您先等会儿吧。啊，怎么还做纸啊？对呀、啊，您不买纸啊？耶，这不会过了，宣纸啊？完了，那不灵，他们不是干这个的，咱这纸都得自己亲自做。哦、这个做纸，这个字儿最后这个口感取决于你这纸。怎么字儿还有口感？你看，你这这不太不了解吧？我不知道，您说说。我们有一大盆，哦，我们这些个做纸的原材料，做这叫面巾纸。您拿面巾纸写字啊？你说那小方块，对，这么大，五毛钱一包，拿着擦脸。对呀、啊，那个那是纸，您做的不是也是纸？我们这是纸，知道怎么个纸？要亲命了啊！您说说，行没法说。您细讲。有一个盆里搁着面啊，知道吗？面甩出来，搁在我字台上，搁好了，拿我那工具啊，啊，工具这样的，知道吗？嗯、啊，你带一下，这是腕子力，完全是腕子力，知道吗？这必须得匀实啊！完事这当中要搁上筋，搁上筋，不搁筋这口感差着。哎呦，搁筋子，您这不是那个筋，不是那个筋，就是搁完之后使这个纸啊成一种金黄色。金黄，过去有这个，过去老先生们写字有不搁筋子的，啊、不搁筋子那套叫素的，知道吗？啊，素的那 是。您这是带鸡蛋的呢？哎哎。鸡蛋来啊，嗯，拿我这工具啊，看见吧，哦，眼观鼻，鼻观口，口问心，沉心服气，哦，当中啪一磕，两边一分，唰，何其壮观！拿着工具，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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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那环弄多碎了，嗯，这么一转啊，必须要匀，哦，必须要匀，万字劲儿，人转呐，都得转，哦，
完事儿，这差不多了，赶紧翻，不翻个就糊了啊！对对对，影响纸的质量。嗯，翻过来，哦，打这边也行，打这边也行。嗯，跟个人的习惯不一样，是两边是马克本的地方啊。拖着下，别碎了啊！这脆，这脆啊，那就叫薄脆，知道吗？那不叫课本。啊、好了啊，转得了，这都准备工作完了。嗯，呵，把我这笔就拿起来了啊，排笔，这小刷子笔。嗯啊。研得了吗？早研得了、嗯、这个墨要稠一些，发褐色，要亮、嗯、要甜口的，知道吗？对，甜面酱嘛。研得了，哎，唰唰唰，够不够、嗯、你自己说啊。啊，你再要还有，知道吗？哎，看口轻口重。哎，走，抹完之后，哎，把这杆笔撂下，好，抄起我这杆朱砂笔来。啊，要朱砂不要？要朱砂不要？快说快说啊！朱砂就有，单有一个砚台搁朱砂的，搁朱砂的，红色的，对对对对，上面还有籽儿。对，太对了，太对了，辣椒，那就是。我得了，嗯，转好了，拿过纸来，这一套算是裱完了，是吧？哦、哎，拿走、嗯，接过来，他走，我们写字儿。哦，就这么写，写字儿。哦，您这叫写字，写字。您这叫摊煎饼，您这叫煎饼像话？可不是吗？您这可不是就是煎饼那套活吗？你懂什么？你哪见过这个你？你啊，你长学问去吧你。嗯、哦，告诉你，你瞧不起我，我们这儿净来高人。净来高人，还来高人？那、啊、当然了，我们天天我们这学生们写功课的时候，净接触国内外这些个友人们。对，谁不吃煎饼？煎饼干嘛？文人才子，这些墨客都上您那儿去。香港有一个人叫金庸，哎呦，这大文豪啊，上面来过。哦，认识金庸吗？我就不认识。北京人呢？啊，对对对，老北京人呢。我但是久仰，家里姓扎。啊，对对吗？扎良庸，扎金花。哎，扎良庸哪儿啊？我总以为扎金花扎是他，是没有，不是啊，不是。知道我们这有高人，北京城有一位书画界的奇才啊，郭德纲老先生。啊，老先生，金庸一听这个，这咱们得瞧瞧去。这是金庸吗？这没错，扎金花都有这样的。您说那还是扎金花 啊？来吧，打香港坐长途汽车奔六里桥。嚯、哦！下车之后知道吗？完事坐300。哦。然后倒车到和平门，坐地铁奔我们这儿就来了。这扎先生还真熟。扎先生一来，我们同学们都忙着呢。嗯。瞧，咦，扎先生啊，对，金庸啊，啊，对对对，推着紫台都过来，先生先生先生来来来。哎呦！回来吧，回来吧，回来啊！干嘛争买卖去了？是的，争买卖干嘛？您尝尝我们这个。嗯、啊，校长赶紧出来。哎，别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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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您好，您好，哈哈！哎呀，金圣人今天来到我们这儿，可以称得起是蓬荜生辉、茅房天才啊！啊，好嘛，茅房什么事儿啊？这个欢迎您来，里边请，里边请。嗯，同学们都排好了，金先生站在上面，很高兴啊。嗯，哎呀，不错呀，同学们。早就听说北京城大邦之地，藏龙卧虎啊！尤其各位才子，你们都是了不起的人物啊！据说了，打周朝列国就有你们这一行。孔夫子无食困陈蔡，老范丹老祖把粮方，借了米，借你们面，借的周金面还完，呱唧呱唧呱唧呱，呱了呱唧呱唧呱。这金先生还唱过快板是怎么着？他是香港丐帮副主席，你知道吗？嗨，甭提那事儿了，高兴啊！今天金某人得见各位高才，有意与各位先生一起以文会友，不知道贵校校长可肯赐简否？嚯，打算不打算赏我这脸？您看人客气，校长点头，好，就依金先生。哟，多混蛋啊！你看看啊，要不是有外人，我上去我就抽他。这什么学生啊？您这人家金庸是文圣人呢 啊，还不能跟人家班门弄斧吗？那倒不敢。可是校长答应了，怎么办呢？哦，赶紧吧，一个个把字台底都捅开了啊！先把火捅开嘛，拿过盆来做纸吧，怎么办呢？是吧？金先生等着了啊！对，给头乐的，的赶紧吧。校长还偷偷摸摸的说呢。嗯、哎，你那个纸脆点啊！你搁俩鸡蛋。哎、那个、莫言阴了你啊！嗯嗯。呵，金庸不是四川的，别搞。嗨，您就说辣椒多好，一会儿功夫都得了。嗯，一套套装裱完了。哦，金先生您尝尝我这套，您尝我这，您尝我这个。哦，金先生两手一挥，哎。各位高才，嗯，不必如此，每一套金某人都要吃掉，都要看掉啊！嗯、这新先生饭量够大的，嗯，拿我一套来，不行，这墨研阴了啊、嗯，这就是面稀了，嗯，这不灵，这个那个，
哎，这纸的脆度不够啊，鸡蛋多了吗？呵，这齁死我了，这个啊，严格多了都不行啊，吃来吃去，看来看去啊，您最好把它说清楚了。看来看去，啊、看了40多套之后、哦，终于看到我这套了。您这金先生拿起来，吭哧吭哧，三口就都吃完了。嚯、哦，哎呀，此篇华汉是哪位高才大笔否？这就问谁做的就完了。啊，我赶紧出来了，区区不才，然也。啊，能照此再来一篇吗？嗯、啊，他怕我有枪手，这怕什么？我跟您说，咱们这东西绝没有赝品，是我亲手写的啊。您等会儿这面还够，再来点儿，又一套。弄得了，给金先生又弄一套。嗯，金先生高兴了，一边吃一边吧唧嘴啊。哎呦，正吃着呢，金先生身上传出一种声音来。行，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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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磨剪子抢菜刀的，掏出来了。嗯，手机。喂。嗯。喂。靠。小灵通。行，金先生也用小灵通。一会儿，这边又响了。咚咚咚咚咚咚咚，全是这味儿。喂，啊，哦，董建华先生，这接通了。昨天没充值啊。啊，对，现充值啊。对，我是金永伟。要亲命喂，啊，喂，信号不好。喂，对，我是金永伟。喂，要不怎么叫移动电话？喂，喂，哎，这回听见了，这回听见了，早站这儿多了。嗯嗯，好，好，是，好好，再见。怎么回事？挂在腰上，这有一皮套挂好了。归校校长哦，金先生，您说吧，是方才是特首董建华先生打来的电话。嚯，现如今呢，在我们这个香港地区，缺一名超等总理。嚯，您看看哪位学生能去呀？嗯，校长说呢，你看我去吧。哦，金先生摇头，我想不去，你连字台都没有吧？你去不了。是方才这郭俊德纲，我看他了不起哈，人中的龙凤，我看他去是定冲此任，让您去。校长说那他去吧，坏了，要我亲命，我哪干得了啊？哎，超等总理不小了。那小什么呀，他不是总理。那怎么回事？超级铲子等着，总也没人理。还是摊尖子呀。下面请您欣赏相声大保镖，表演者郭德纲、于谦。刚才两个演员唱得多好。对啊，是红灯记京戏，唱了7-8段红灯记，没别的。好啊，啊，年轻演员不错呀。好啊，是不是啊？说得好。用我们这兄弟来说吧，啊，这场给大伙表演也是小兄弟。没有啊，等会儿你还没问岁数。我大。穿多大号的？这鞋呀。你说你大呀，你穿多大号的？我岁数大。几岁口？不是，张嘴您瞧瞧，你几么大几啊？您会说人话不会？你大吗？几大吗？大吗？你几岁？多大岁？您就问我多大岁数，是不是？多大岁数？要判啊？不是，你多大岁？多大岁数？多大岁数？37了，兄弟。我兄弟，小兄弟。您多大？32。拿起嘴了就说，这是兄弟啊。这小兄弟说，别说了，别往下说了，别捧。哎，等会儿啊，您是兄弟，不能，我是哥哥。别闹，这闹什么呀？他不识数，干嘛？他那脑仁啊，跟松子儿似的，打开脑盖就一碗卤煮。您先别忙着损人，我告诉你啊，哎，这我是哥哥，您是兄弟，刚才您都说了，你先搁下吧，你别闹，您谁哥哥？您小，您32，我37，先有的我，后有的您，这还有错没有？咱数，数，这还怎么数啊？你多大？我37啊。你37啊？啊，我32啊。啊，30、31、32，有我了，还没你呢。33、34、35、36、37，这还有你，我兄弟。按您这么算，是先有的您，哎，后有的你爸爸。哎，
不对，不是不对，按您这算法，现生出来小孩比谁都大，是吗？我可很尊敬你这行啊。咱讲理啊。这也就是说，我有气量，没气量，就凭我一伸手，咔，你完了，知道吗？您干嘛呀？知道吗？什么一咔我就完了？知道吗？像我们这个跟您隔着行隔着山的，我，对吗？隔着行隔着山可以，您别逗，您谁跟你逗啊？我说的实事儿，也就遇见我了，遇见我们同行的急脾气，啪一下子你就完了。您这行人坐轮椅了，知道吗？知道吗？您这行人怎么都那么大脾气？那当然了。您什么行当？练武术的。说理去，我是练武术的，练武术的嬉皮笑脸的呢。真的啊，咱是说实话啊，您先等会儿，您先把架子放下，您不就练武术的吗？耗腿啊，练武术这么耗腿啊，早晨起来啊，哎行了，哎甭耗了，甭耗了，耗三十年，你琢磨那了得吗？耗三十年才这么高啊。还得长呢，一年长这么些，一年长这么些，这多的能找得上头来，知道吗？练武术的哦，练家子，我是个武术世家，哦，我父亲就是练武术的，在江湖之上赫赫扬名，讲究是高来高去，了不起的大英雄，有能耐，江湖人送外号叫草上飞。哦，你爸爸是飞贼。这讨厌了，不许开玩笑啊！草上飞呀、啊，这可开玩笑了。不是，我就轻功盖世，草上飞，就这个二楼啊，一垫脚就上，知道吗？哦，打这边奔那边，一个跟头就过去，没有拦得住他的门，没有挡得住他的锁，知道吗？还是贼呀、啊，贼干嘛？怎么这锁都上来了？什么锁？看看都能弄开，知道吗？开锁的，哪怕银行那锁，瞧瞧，弄根芹菜就捅开了。嚯、哦！这么大搁这儿了，这么大能耐啊！好，好，一辈子所生我们弟兄两个哦，我还有我哥哥，那可不是吗？哥俩从小我父亲教我们啊，我先教你们打基础，什么叫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镋铜射棒鞭锏锤抓拐子流星、带尖的带刺的带轮的带刃的带绳绳的带锁链带倒水钩带峨眉刺的、什么叫金钟罩哪个叫铁裤衩全练过了。嗨，行了行了行了，练过这个铁裤衩您还练呢？刀枪不入铁裤衩啊！铁布衫，铁布衫，铁布衫。哎，你这嘴有毛病啊？谁嘴有毛病？铁布衫，铁布衫，差不多。铁布衫，差不多。这俄语发音不太一样。嗯，这是俄语吗？这个打完基础之后，得投名师访高友，外边学去。这行跟说相声一样啊？怎么？你像比如说我是说相声的，嗯，我儿子要是想学相声。送到外头去，你们最好往外头比划啊，外头比划、送到外边去，因为什么知道吗？自己人下不去手啊、练功很刻苦啊，狠，早晨起你让他耗腿，你忍心吗？这也没什么不忍心的，搁到这儿有什么不忍心的？说这意思啊，投名师访高友找吧。最后啊，找找我的老恩师，哦，还很尊重老恩师老先生，怎么称呼啊？韦米。哦，韦米和尚，江湖上都知道。哦，得道的高僧，世外的高人。对，韦米高僧，好好好，家住在北京京西北悬平坡的下坎儿，这个地名叫胡岭儿。住胡岭儿，那地方可没出什么练家子。老人都知道那地方净卖粽子的，我拿江米砍死你，您也找不出别的东西来了。那儿住都卖粽子的，卖粽子的多。胡闹是吗？知道吗？就跟你们曲坛宿舍楼似的，这一楼住的人都是说相声的吗？也不见得，还是 AAA 呀、对吧？老恩师住在这儿，隐居在这儿。哦，住这儿没人知道、我父亲带着我们哥俩来呀，看看老恩师吧。好，一进门老爷子正练功呢、跟这儿正捋叶子呢，捋那铁叶子，捋那苇叶子，要包粽子。包粽子干嘛？捋苇叶子。哎，江湖之上练功，这儿有伤了怎么办？拿苇叶子缠一下。啊，拿苇子缠。哎，这儿一缠，我父亲一说，这俩孩子以后交给您了，这没别的，打也打得，骂也骂得，您教他们俩的能耐。好，老头很高兴。好小，不丢人，堂堂出状元。
干气肺劳火，知道吗？该换水换水啊！以后有功夫，哎，这得换换水了，哎呀啊！添上水，以后就留着吧，啊，在这儿干吧。不过以后留神，要想在这儿干，咱们得先立下生死文约。哦，这还是合同制，我们这行不一样。哦，立完合同之后，俩孩子就是人家的，就送人家了。死走逃亡各由天命。哦，跟老师这儿学着活，学着练功啊，刷出去拿车撞死了，这个活该。说这就白死了，白死。哟，我爸爸眼泪都下来了啊！可为了俩孩子的出路怎么办呢？行。我就写写下生死合约。哎呀，老师吩咐一声摆香堂，摆香堂，前面摆上香炉蜡供蜡签烛台，哦，后边供上我们祖师爷的画像。哦，您还有祖师爷？我们有祖师爷啊。谁呀？屈原。哎，对，对，人这行合理啊。嗯，没有屈原就没有粽子嘛。嗯，讨厌，讨厌，有供屈原的嘛？我们的老祖师爷啊，供在上边。颜德莫骗饱了笔，老师把笔拿起来，把纸摊开了，嗯，直哆嗦呀。说着容易，坐着不容易啊，下不去。这笔一落，俩孩子命交给自己了啊！哆嗦半天，屋里的气氛很凝固。哎呀，20多分钟没人说话。你看，最后老师叹了口气，把笔撂下，嗯，甭写了，不写了，我不认识字儿，那还写什么呀？不认字还写呢？我父亲说了啊，这师傅，你们俩好好学，老师文武双全啊。提这文武双全啊！说完之后，我爸爸一溜黄光直奔西南。你爸爸是狐仙儿啊？你爸爸刺猬啊？怎么一溜黄光啊？我淘气，我把我爸爸那皮袄号给点着了。好嘛，您想干的事儿，打这儿起，我们哥俩留下，跟老师一块儿学能耐。好，练武功讲究是循序渐进，慢慢来，一上来就学，学不了。对，先练什么知道吗？先练什么呀？先练这个掌。哦，掌法。先练掌，再练拳，最后练兵刃。哦，得慢慢来。练掌法，拿过一个大锅来，嗯，里边装的都是铁沙子。哎呦，拿你这个手掌去插这个铁沙子，铁砂掌。哎，练到一定程度了，手就有劲儿。就插这铁沙子，但是刚开始不能用铁沙子练哦，有个过程，最开始用姜米，搁好了，就光插这姜米，有石头捡出来。您这捡米呢是怎么着？练功哦，练完这个练拳啊、哦，长成了大一大锅过来，里边都是铁豆腐哦，拿手在里边插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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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练。练这个掌的摩擦力，你看看，刚开始你受不了啊，哦、还不行，哎，先不用铁豆子，刚开始用，先用红小豆，拿水泡完了，拿手哒哒哒哒哒哒，为了这个摩擦力，里边加上红糖，知道吗？您掌练成了，拳练成了，您这豆馅儿也揣成了吧？讨厌，练功，您这是揣豆馅儿呢吗？这不是？练完之后要练兵刃，哦，练齐眉棍。拿起棍来，院子里边打人行吗？不能行，先打树。哦，打一大树，嗨咔，嗨咔，嗨咔，打三下搁下。干嘛？写完三下就歇着？有规矩啊？什么规矩？有枣没枣打三竿子。嗨，这打枣的这练功夫，这练功，这练什么功夫啊？每天跟老师一块学，很高兴啊。啊，老师也教导我们，嗯，好好练，知道吗？流氓会武术，谁也挡不住，知道吗？是，谨遵老师的教诲。嗯，每当听了您这些个正义的言辞，嗯，我内心就五内澎湃。嗯，希望找一个恶势力跟他同归于尽。老师点点头，嗯，你无耻的样子很有我年轻时候神韵。嗨，这还往下传呢，这挺好。实指望跟老师能够长久的在一起学能耐。好啊。后来发生了一个小插曲。哦，有一天呢，师傅下山。出去蹦迪去，师傅还蹦迪去，他出去玩去啊！无意中碰到年轻时候红颜知己的女儿哟。从见到他这一刻开始，啊、师傅知道自己的江湖生涯结束了，注定远离这些白衣如雪、来去如风的日子啊！老人家以80岁高龄的年纪，毅然决然地戴上假发还俗去了。嗨，好了，从此后只羡鸳鸯不羡仙。找不着了，这是两情相依，又岂在猪猪肉肉？呵，
什么学问呢？您这走了，朝朝暮暮，就我们着急，我们哥俩着急啊。哦，一个是跟师傅能耐没学完，再一个你快到五月节了，这忙了你。正用人的时候，人手不够啊，忙啊，一天到我们俩跟院里这忙活。啊，这天正忙着呢，啪啪啪，怎么回事？有人击户，击户？什么叫击户？不知道。小鸡儿吃辣椒户，嗨。胡解释，有人敲门，哎，门分左右有大半吧，进了一大个儿，啊，手里拿着拜帖，您两位挺好的，哦，是前外会有镖局的老掌柜，让我们登门求教，把您二位接过去，有要事相商。嚯，哎呀，你哪儿来的？也没有功夫走啊，现在知道吗？现在说实在的啊，我们很忙很忙的，因为什么呢？您这还包着呢，是怎么？行了，不在，别瞪了，知道吗？行行了，您就别瞪这馅儿了，就练功还捆呢，您练功练功了。嗯，不是您得去，现在有要事，车都预备好了。哦，来车了。你瞧，车来了，咱不能不去吧？去吧，喊我哥哥把那火封上，走，咱走啊！哎，对，别着了，把那端下来啊！那拿凉水拔上。对对对，转身出来。嗯，车在门口了，大个等着了。哦，太客气了，哥哥来，你上那头，我上这头，嗯，一块儿上，省得翻，一个轱辘不好坐，你知道吗？独轮车呀。没给您烧五十斤姜米了呀，我这边爬那边，啊，大个拉起车来，滋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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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奔前门。好，去吧。来到这儿了，老掌柜带这些个英雄好汉都出来迎接我来了。哦，里边请里边请。迈步来到院里一瞧啊，正当中这是一个二层楼，哦，两旁边黄土都铺平了，摆着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都是家伙。老掌柜高兴了，嗯，二位呀，来呀，咱们楼上饮酒吧，吃饭，让我们上楼。啊，这会儿你要是走楼梯，这可是丢人的事儿。怎么？怎么办？哦，起飞至，冲我哥一努嘴，嗯。我哥哥一伸手，由打怀中掏出暗器，直奔东南角，啪一扔。我拿手一指，有刺客。嚯，老掌柜听好，咱追他，呼噜呼噜都奔东南角。一来，我哥哥走上楼梯。您就这么上楼了？一会儿的功夫，老头回来，脸都青了。啊，这谁扔的粽子？哼，您就带这玩意儿。我说上来呀，上来，你不能走楼梯啊，让人笑话，还劫个人家呢。老头一个跟头上来了，嗯，大牌宴宴，山中走兽，云中雁，陆地牛羊，海里鲜，猴头燕窝，鲨鱼翅，熊掌，干贝鹿尾尖，烧黄二酒都摆齐了，吃吧，来吧，还管饭呢，喝，甩个腮帮子，撩开后槽牙，饭菜如长江流水似风卷残云，就跟稻土箱子里是叽里呱叽里呱叽，哎呦呵，过来吃，吃饱喝足了，老头一指楼下，来吧，二位，楼下过过号吧，过过号，楼下抻练抻练，哦，得练，一个跟头他下去了，我们哥俩怎么办呢？怎么办？上来好上，下去再扔粽子不灵了，就是啊，到楼梯口一踹我哥哥下去，咕噜噜，我赶紧追，哎，就这么追下去了，多聪明这玩意儿啊！哼，这是聪明吗？这来到楼底下，老头说：“你们哥俩谁先练呢？”啊，我哥哥说：“我来吧。”他练，一伸手抄起一杆大枪来。哦，今天给大伙练一套六合枪。好，六合枪不好练，有赞为证。怎么说？一扎没存，二扎心，三扎没存，四扎心，五扎没存，六扎心，七扎没存，八扎心。全家一地方啊，这不好背啊，一来就背错了，知道吗？没听说过，就这么一句没不好背。刚要练，我说哥哥，您的感冒刚好，可别重复了。嗯，我哥点点头，把枪放下，气不长出，面不改色。废话，没练得出什么气儿啊？我来，我练。您呢？见过刀，见过枪，你们都见过。今天你们没见过刀枪并耍的，哦，一块儿来。哎，一手枪，一手刀，让你们瞧瞧我的真能耐。好功夫！一伸手，抻起一杆大铁枪来，掂了掂，120来斤。嚯，一掉个青烟冲下，扑杵在地上。老爷子，扶着点，我跳口刀去。再拿刀。老头真听话，攥着这大铁枪。哦，那边都是刀，跳去吧。啊，找吧。我来到这儿找，找来找去，找着一口刀。呵，太好看了，分量也合适，搁在手里要攥还没攥出来。西北前天来了一片云彩，紧跟着咕噜噜噜噜啊，咔嚓。一个雷，再看老头躺地这样。您这招太损了，老爷子有意思啊！啊，这扶起来，扶起来，早知道给你两杆枪了，就是，那就劈死了，那就得了。那我只练刀吧，好吗？啊，就练刀吧。今天练刀，嗯，把刀抱在左手，上看刀尖儿。下看刀穗儿，前看刀刃，后看刀背儿，是一个夜战八方藏刀式。好刀，哎哎，您这，哎，你非死这儿不可是怎么着？夜
算八风。往哪儿？哎呵，那边从哪儿啊？藏头市。那就甭使这架子了。哎，老头挺高兴啊，相逢二位给我们保趟镖，咱们后面验验镖吧。验镖，哎，哥俩来到后面一瞧，嚯，一个个老窝窝里边装满了金银财宝。哦，这叫暗镖，暗镖。哎呀，现如今这趟镖不好保，你们哥俩辛苦一趟。我说没问题，马上就走，咱们是即刻登城，赶紧走。东西归置好了，我们哥俩进餐可以小行夜宿。嗯，出德胜门，走清河沙河康庄子，南口清河桥康庄子，沙城保安康庄子，张家口下花园康庄子。太欢迎康庄，您就在康庄子这儿了吧？我不往前走了，就这儿瓷实是吧？瓷实也不能这儿站了。这会儿天可就晚了。啊、我哥哥问我兄弟，咱是打尖还是住店？您说吃面。您这走饿了，我这边瓷实是吧？对对，行了，依着我哥哥要住店，我说那不行，咱们抓紧往前走，事儿干完咱们再歇着，好好不好？行。虽然说道路崎岖，但是有着朦胧夜色。哦，正往前走，耳听得吱吧袖间声响，苍啷啷一棒铜锣，原来是姚彪自立摇啊！嘿，哎，你听我这普通话怎么样？啊，您这啊，这是普通话呀。两旁边雁别翅排开，出来一对喽啰，正当中出一黑大个，嗯，这大黑脑袋往这一站，此山是我开，此处是我。咱要打死车过脱下裤子来撕个裤子，大胆责人，不光劫财他还有劫色了啊！一个人打的打不过我这哥哥，咱俩人打了吧，打的是奴嘴，我哥上去，两个人一块打的，刀来枪去，枪来刀往，眼瞅着瞧一破绽，我心这小子真就到这儿了，嗯，刀拔出来咔咔一下子，脑袋地上翻滚，我这嚎啕大哭。你哭什么呀？把我哥哥宰了。谢谢各位啊，是说的不好傻卖力气，还净出汗，你看人家、我看他汗不出都痒着，我这痒汗呀是怎么着，怎么说话呢，这是多听相声有好处 啊尤其现在什么网络媒体啊方方面面的、很先进，大伙儿听相声不见得非得上剧场，网上也能听，买张碟也能听，是不是很多渠道啊？现在国家发展得很快，尤其前年去年有几件大喜事儿、尤其是去年开始，前年国家允许载人了，现在我什么时候啊，我希望第二个宰于谦，宰完于谦宰我，不是干嘛呀，宰他们逃事儿。什么时候允许宰人了？宰人呢，宰了一个了，在你之前宰一个了，什么的有这事儿啊？杨立伟宰了吗？嗨，什么呀，宰人吗？宰人飞船，对呀、弄到外边宰了的，对吧？正字念载人，我很喜欢这行业啊。啊，我如果说能干这行，我听说又快了。哦，往外边宰人去了。哦哟，往上发，你希望能宰了我啊？您，我也不说相声了，我上天了，我宰了。那也好啊，好多好。嗯，但我去问去，他们现在据说不要人，得培训。啊，那得练。说这要让他们挑上，这一个月还不得八百块钱工资，药费都得报啊。您穷疯了是吧？打车去估计能给报，你信吗？您要有这心就够呛啊！我自己先练练，先锻炼。哦，下功夫。门口小花园里边，小孩们都坐那转椅。嗯、啊，下去都下去，下去，下去，下去。干嘛呀？你宇航员来了啊！锻炼，锻炼。这模宇航员。推我，别走，那胖子回来。推我，推你。小孩们推一圈一圈的。嗯。呵，四十来圈，停。嗯。别推了。啊。我那胆吐哪儿去了？好。出来了啊！练功嘛，这玩意儿据说还得练那个运高啊，那恐高症不行，得高最高得往下看啊。我住京广跟前儿、这行吗？上京广，我上京广上面得往下看，锻炼吧。这倒是爬楼，站在上面这高啊。嗯，正看着来四个警察，下来吧，工头答应给钱了，拿我当民工。哎谢谢大家啊，这个相声好多都是编的、对，刚才这也是编的、到这儿就全是编的了，但是有的事儿是真的。你看前两天于老师交了几个朋友，这个挺可乐，他跟我们不一样啊、我交朋友就是说相声，对，除了说相声唱戏的也认识这个、他竟认识那个高人，世外高人，对啊，那天认识他，认识一喇嘛，西藏来喇嘛，戴黄色的帽子，穿一紫褂子，见人挺客气，哗，
炕头，我跟他说了，哎，我你借借我使使，我新搬的家那地板脏着呢，把喇嘛借你使使。哎，俩有一天都搬进去了，他不借，他骂我，你这不懂啊，人是高人啊，圣僧，对，那叫五体投地。后来他又结识一和尚，就是得道高僧，打哪儿来的咱不知道啊。那天还弄着俩和尚，一和尚一喇嘛，出去玩去，开车，仨人出去玩去，到河边了，把车停下，哎，来船，有小船，船划船，好，啊，喇嘛和尚跟他仨人划船，让我们荡起船，小船儿呀，唱着呢，仨人全知道，到河当这儿了，停下来了，聊天吧，喇嘛给他讲西藏怎么回事，跟佛教怎么回事，和尚给他讲云游天下可乐的事儿，他给人讲说相声的事儿。说着说着，人家喇嘛说了：“我有一件宝贝，啊，这是想当初我在西藏那儿活佛给我的，我给你们拿瞧瞧去啊！站起身来啊，从船上站起来，这船上到岸边20米，哦，站起来就往水上就踩，知道吧？嚯，这愣走下去了，这登瓶渡水，走到岸边上车拿东西，躺躺躺躺回来，哼，咱们光看过神话电影。”一般人没见过，这是好，这多神奇，很神奇啊！这东西，回来了，看看，和尚也乐了。我那有一张星云大师的照片，你们也瞧瞧吧。和尚也站起来，顺这个水面呀，就踩着水瓶走。哼，一会儿拿回来了，拿这儿。哎呀，于谦很羡慕，我能学这个吗？啊，俩人乐了，心诚则灵。哦，得信这个。他乐了，我车里有一张牛振华的相片。给你们拿，你们看看啊，你们看看，站起身来也学人家啊，咚一步就到底了，咚下去了，咕噜咕噜冒泡，仗着水量好，咕噜咕噜往上来，水量啊，水性好，上来站在这儿，我还得来沉心运气，菩萨佛爷真主上帝圣母玛利亚，全信，保佑我，站起来又奔着水面，噔噔噔噔噔。掉底下去了啊！又掉底下，赶紧往回游，游到船边，听这喇嘛跟和尚俩说话。这和尚说了：“哎，咱是不是得告诉他这石头在哪儿？”有一出京剧叫《桑园会》啊，好，秋实七七，相声演员都会的，对，唱起来很好听，是西皮流水板，您唱也叫马蹄筋呢，您唱一唱。秋胡大妈问家乡，行人路上恶霸地呀望，左里吊鞍勇猛王，见一位大嫂手盘桑，前迎儿好似罗布女，后迎好像我妻呀王，奔当相亲讲亲。唱的呢，好听着呢，唱一唱。听我呼，打马河奔南家的李雄爷，那个鲁萨萨马哈丁啊，李自己大家了拼呢，南都一文银色上，偏家偏呀偏花偏墨偏再要偏西呀，在前堂辞了别呀，高堂里母在后堂辞了别呀，咋得起呀？夫妻们分了别，大门里看看我这个，我看他这个，爹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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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那个来没爹。不知热气呀，再次再聊就真是又能怎么地呀，不知为啥那帮子早就犯我耳听得了个战鼓儿啊，不住地噔噔啊噔噔，大大的地
我在这儿唱了16000多遍啊。黄鹤楼啊，来晚了，今儿上午有。给大伙儿唱一遍大实话吧。好，这是我们一个保留节目。对对啊，希望大家万事如意啊。说天亲，天也不算亲。听两段相声。